各位好，欢迎来到 Linux 核心设计讲座。在我们这次要来探讨作业系统的术语，还有相关的概念。那作业系统的观念，我相信大家在很多教科书已经看过了。不过我们这边还是要呃重新探讨，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你会发现说，像是你面对非常庞大的 Linux 核心原始城市码的时候，很多时候呢，即便 程式码已经写了很多注解，但是你还是会觉得非常挫折，就是特别是你可能会有这种印象嘛，就是呃，比方说注解写的大概二三十行，哦、然后呢，对应的程式码可能就只有两行、三行，好、哦，甚至有时候是一行文。那这一行文里面呢，有可能会存在 b y c operator 啊、哦，或者说呃，名字听过，但是你一直很纳闷的东西，比方说你会看到呃 spin lock，但是它的 spin lock 前面或者后面啊、哦，有加了一些。 你看不出来的的那些符号，好，那这个是这个其实是在研究力的核心很常遇到的问题。然后更尴尬的地方是说，呃，因为力的核心的面向是非常广广泛的哈，那所以你你不你可能说你只是想要看其中一部分，比方说，呃，你可能是一个工程人员，那你现在在一家印尼公司工作，那你被赋予的使命就是开发一个。 装置驱动程式，也就是所谓的 device driver。那可是很不幸的地方是说，你明明就要帮公司撰写 device driver，但是你可能要花很多心力，从建制环境，从这个呃了解这个 driver model、哦。啊，这这个听起来像跟工作是直接相关的，但是很很麻烦的地方是你可能是在非常粗浅的地方就卡关了。啊、哦，比方说你甚至发现说，哎这个。 编译出来的程式码为什么不能运作啦？好，或者说你找了一个范本，就这个范本呢跟你这个预期运作的状况完全无关。好，然后你才发现说，呃，你参考的的程式码或者你所做的修改，可能连编译都没有完成，就算编译了也没有被连接到，就算被连接到了也没被执行到，就算被执行到了可能没有在关键的时间点执行了。然后最最惨的一方是什么呢？你发现程式码执行了，但是呢，这可能也对你也没有太大帮助，因为。 最后，他没有什么，呃，行为不符合预期，所以这此类这样东西啊，说真的，其实它铺路就是说，嗯、呃，你很可能在。 作业系统的认知，好，可能有些欠缺的，所以我们希望呢，在这一次讲座呢，来看一些比较经典的议题啦，好像这个 user space 跟 kernel space 好，monolithic kernel、Mon Kern microkernel、a d u r e s p a c e 好，诸之类这些东西。然后我们特别会讲的地方，像是呃 SMP 好 s c a a b i l i t y 好，然后除了这个过程中以外呢，话就是呃像这个 copyright 好，是 C O W 好，那还有各式各样的 lock 好，这个 lock 呢？ 可能过去在学习做一种教材教材的时候呢，你可能接触过啊，semaphore 啊，mutex 啊，spinlock，但是在 Linux 核心这些东西获得很大的这个扩展。好，然后呢，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一次的这个做一些术语及概念这个讲座呢，带着大家去呃回顾我们所整理的一些素材。好，所以你可以把把这一次的讲座当做整个 Linux 核心设计这个。 这个线上讲座的一个介绍。好，那我们首先来看这个高居的观点。那你这时候可以对照看一下这一份投影片。那这份投影片的话呢，就是短了几个字。好，那你可能会看不太懂，不过没关系。啊，没看到底下有写页码。好，那我们就是准备了一份供笔。那这个供笔呢，啊、呃，就会有对这的页码的描述。好，那我们今天着重的东西呢，就是在这个呃作业系统这词汇啊，还有它的相关的这个概念好。 再一次强调这一个概念呢，你必须非常熟悉，而且很多时候你可能会被呃很相似的两个词，或者说哎弹、欸、起来这样听起来很像好，比方说你知道有一个东西叫 semaphore，有个东西叫 mutex，好，那于是有人说哎呀这个 binary semaphore 就是 mutex，好，注意到这个是完全错误的哈，但是你可以在网络上看到很多这种这方面描述，有人说 binary semaphore 就是 mutex，那如果 binary semaphore 就只是 mutex。 好，或者 mutate 就只是半生熟。那我们为什么要再发明一个词汇嘛？你不觉得这有点奇怪吗？对不对？好，那当然也有另外一种状况是说，好多词汇，这个你听了一大堆啦，啊，又是 d a r k 啦，又是 virtualization，然后听了一大堆啊。但是呢，诶、欸，背后对应的概念呢，可能很多东西都很像啊，不然说资源的这个呃，首先要管理啦，好，还有说什么 namespace 啊、s c o p l 啊这诸如此类，对不对？好，那你会发现，诶、欸，其实很多概念很相似，但诶，词、欸、汇还多的多如牛毛啊。好 好，这是一种。好，那除了这以外的话呢，就是我们举例的时候呢，会尽可能举 Linux 核心，但是，但是好、哦，注意到啊，但是过程中你会看到很多历史的轨迹。好，那当然你会好奇说，哎，为什么我们要花那么多时间讲股啊、哦？当然，一方面是我的兴趣啊、哦。呃，你你可以跳过，但是我建议你还是要看一些历史的轨迹。为什么呢？因为呃，Linux 从来就不是一个凭空冒出来的。 好，你会说，呃，一九九一年的时候，这个当时就读芬兰赫西基大学的大学生 Linnas t ris, 好，呃，靠着自己的力量撰写《林的核心》。对，的确一开始是靠自己的力量，但是他一开始也很显然他参照了。 啊 m i n x 啊，除了参照 m i n x 以外，其实还有参考很多这个很典型的 Unix。然后最重要的地方是说，呃，从一九九二年以后呢，就是 Linux 和 Linux Plus 就不是单兵作战的哈，它很跟很多人合作，而且那时候的发展非常快速。如果你对那个时候的历史有概念的话呢，你。 你会发现，一九九二年是一个很有趣的年，因为这一年的话，原本很领先的这个作业系统哈，我们叫 B S B S D 就是加州大学博克莱分校他们那一群的研究人哈。那但是因为一九九二年的时候，因为整个呃加州大学博克分校呢跟 A T N T 有关系所以有些人他就没有不再投入 B S D，反而是关注了一个新的作业系统，也就是 Linux 啊。所以就是很多天时地利人和，然然后你会发现说 Linux，你看很多。 呃，从作业系统的核心啊、哦，到上面的工具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词汇是来自其他作业系统的，来自 BSD，来自 Solaris 啊、哦，甚至还有一些不可考啊、哦、的东西。那这些东西非常关键，因为 Linux 核心很在意这些历史典故，所以呃，你很可能对历史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但是你多少还是要知道它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演变，否则你连 Google 搜寻都不知道找什么东西好、哦，对，这个这个、很很关键。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两个词，一个叫 user，一个叫 kernel。那 user 跟 kernel 这个词哈，其实这个这个很有很有趣哈。其实，在作业系统发明这个词哈，就是 operating system 这个词汇在在定调之前，user 跟 kernel 其实这两个词就存在了哈。而且呢，在很多领域都有 kernel 这个词。好，比方说，啊、呃、你可能对这个啊、呃、数字理论啊，或者说你有接触过像这个。 啊，讯、呃、号处理哈，如果如果说你有写过 DSP 的程式的话，你会发现一大堆东西都叫 k e n 对不对？人工智慧做运算的最关键地方，我们就叫 k e r n 好，那 DSP 啊，整个做讯号处理啊，不管是呃辨别影像啦、辨辨别声音啊、辨别震动啊，那那个词也是叫 k e r n 好，所以注意到 k e n 这个词其实出现的非常早啊。那这个不是，通常我们是把。 a a l w y s kernel operating system kernel 缩写成 kernel 好，大家注意到哈，这个词很早就出现了。然后呢，很有趣的地方是说呢，kernel 这个词呢，这个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好，我查到的资料其实这以可以追溯到一九五零年代。好，所以这很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一九五零年代，其实人们对呃做作系这个词根本都没有发展。好，那其实那个那个时代呢，好，很多很有趣的东西。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呢，这个我我们讲到 Linux 呢，其实要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哈。好 老古董的作业系统哈，但是它的影响非常广泛哈。这东西叫 CTSS 啊。那 CTSS 呢，事实上它是在一九六一年发展的。那一九六一年发展的这个 CTSS 呢，被认认为是一个呃第一个有效的啊分时多工作业系统啊。然后，所以你会发现说，我们今天探讨这个作业系统的典型呢，基本上会有很多 CTSS 的影子在啊。那 CTSS 呢，也影响到后面的 m a r i x 那 Machos 后来也影响到什么？影响到呃 Unix。那呃 Unix 的这群人呢，所任职的单位呢是贝尔实验室。那贝尔实验室后来也发展了其他作用比方说 Plan 9好，那当然，像 Plan 9你可能没有那么有概念，但是很有趣的地方是像 kernel,，像 Linux kernel 啊，Linux 核心里面呢有。 呃 p l a n i t 的名字，好好，然后呢，呃，这边底下有一个影片呢，哈、哦，呃，请你去参照一下。那这个这个影片很有趣啊、哦，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说这个是在一九六三年拍的影片啊、哦，所以这个整个解析度很很低啊、哦，但是你可以听到那个 CTSS 的这个发明者哈、哦，就是这个这个呃 k o b a t o 教授哈、哦，那 c o b a t o 教授呢，他在一九六三年接受采访哈、哦，他就开始讲这个呃，作业系统啊、哦，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这个思维呢，从一九六零代一直到今天为止，哈，很多思维都是呃延续的，啊，比方说呃分时多工这件事怎么怎么发展啊、哦，注意到呢，我们我们常在学学习的过程中啊，其实可能会有一个一样的这个局限，哈、哦，我我我不知道你怎么学的哈，但是我过去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障碍，哈、哦，就是呃，像我过去学电脑的时候，我那时候还还不懂还不懂英文，哈、哦，我是小学开始写程序的，然后。 但是我国中才开始学英文，然后呢，呃，我就会听到一堆词汇，好，那就是那个词汇我也不知道怎么念，然后反正硬背，好那个，然后，然后呢，那时候我就会，比方说，我会听到很多什么中断呼叫，好，然后或者说我听会听到说，呃，什么 BIOS 啊，中断啊，或者说呃，特定一些，特定的一些像，呃。 你、嗯、如果你对那个单色显显卡有概念的话，然就比如说硬体的卷轴啊、哦，像这个就是说，哎、欸，我想要写游戏，然后我就花很多时间看这东西。好、哦，那但是呢很多词汇啊，比方说像那种、啊、什么 EMS 啊、XMS 啊这种这种机体机体管理器啦，哈、哦，还有比如说当时就已经有啊、呃、像保护模式这种议题。好、哦，然后呢，我可能就记一堆词汇，然后呢，就我开始我那时候在想啊，就国中的时候我在想，就说其我对电脑很有兴趣，但是呢为什么这么多词汇？那 是电脑发展中为什么出现一大堆词汇啊？那这些词汇跟词汇之间到底它的关联在哪里啊？那后来呢，我开始看这些像这个呃，像这一份 MIT 的这个访谈哈，我就很清楚了，就是说事实上呢，这些词汇的发展它就是要解决问题啊，只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呃，不然说教科书啦、啊，不然说你的教材没办法一开始把当时面对问题讲得清清楚楚好，比方说呢，这个 c o b a t a 教授呢，他就讲得很明白哈，他说为什么？ 会有这个分时多工啊，就是因为批次系统的这个限制。我们要去思考一件事啊，批次系统其实它什么大问题。你就想什么叫批次系统？就比方说，诶 A 做完做 B，B 做完做 C，C 做完做 D 啊，所以中间的空档是什么？就是只只有 A 做完然后去找 B 啊，那 B 做完找 C 啊，那所以其实你以这个是呃最单纯的电脑的组态来讲哈，批次系统它其实是很有效率的。 好，但是很不幸的地方是说，呃，人们对电脑的需求不是只是做运算而已，人类会需要做一些互动，哈，比方说，呃，在这个调整这个参数，哈，啊，那大家要很清楚，说电脑的发展干嘛的，就是为了战争，啊，就是电脑的发展，啊，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说，从 a n y a c t 啊，到后来 John von n e u m a n t 啊，投入这个电脑的发展啊，其实当时要解决问题像是什么，呃，弹道的运算啊，好，就二战的时候要怎么投弹，好。 然后，有帮说，John n e m、um、a n 说，解决的是那个氢弹啊，氢弹在研发的过程中呢，需要大量运算啊，所以他们他们发展电脑啊，所以其实你要知道，就是说电脑最初用的就是为了战争，好，所以战争很多节奏它其实这样是很明确的啊。然后呢，但是战争过程中有很多插曲嘛，好，那所以后来人们发现什么，需要跟人们互动的地方增加了。 好，那一旦跟人们互动增持又增加的时候，这件事情很尴尬。那这时候批次系统遇到困难哈。以前是说，呃，这个，比方说在单刀的运算呐、啊，或者说清弹的这个呃模拟啊，轻弹这个爆炸的模拟来讲的话呢，呃，这些这些是排好班表去做的哈。但是因为有人类介入之后呢，这件事变得很奇很奇特的哈。所以在这个 c o b e t a 教授呢，他花很多时间讲哈，为什这个这个分时多工为什么发展哈？所以呢，他在这个 底下这部短片呢，他讲出一个很重要的话哈。他说呢，他想要把电脑转换成啊，就是原本做运算的机器，好，把它转换成然后像交换机，好，你就想到说，哎、欸，有这个接线声，然后听到这个请求，然后赶赶快这样，哎、欸，去转啊。那当然，这个请求如果是无效，他就把它拒绝，好。所以呢，他这个有个重要的创举，就是说他把电脑转换成什么电话交换机，好。那所以这个是很关键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因为呢，这些资源它是可以串接起来的。 好，这些资源呢，它有一个更高的一个抽象。然后呢，我们在后面还会再重新探讨，就是说讲这个呃，其实你会看到说电脑的发展有很多那种数学层面在哈，就是用很多那种呃数学的词汇。然后，然后呢，呃，当时很多词汇呢，其实都是比较深奥的哈，比方说，在这个口碑特教授在一九六三年他访谈就是讲什么呢？他叫做呃，你没听到他不讲作业系统啊，他会讲。 他他会说 CTSS 是什么？是一个 supervisor 啊，然后呢，呃，他在后来的词呢就讲 monitor 啊，就是一个系统的监控器好，那要知道一件事，operating system 这个词呢，其实在在1960代哈，这中间的时候才这样，才才才正式叫做名字啊。所以其实你真的要算的话，大家从 m a t i c 啊，但是之前的。 的称呼方式很多元哈、哦，有叫 monitor，也有叫这个 supervisor 哈、哦，但是其实关键地方是什么？就是把这个交换机的概念把它带过来。好，那我们再回来看刚才那张图哈，就是呃不不不看看不是图哈词哈，那所以也注意到呢，这个 c o n o m o r e 又是 more 哈，其实它这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相相对词啊、哦，呃那。 比方说，我从这个执行模式去看的话，就会有 kernel 跟 user 啊，然后呢，以机体保护的观点，它会有 kernel space 跟 user space。但注意到一件事，这个所谓的这个记忆体保护呢，这件事可以用纯粹软体的手法去做啊，或者说用有限的硬体去实做。那事实上，在第一代的这个 Unix 来讲的话呢，其实当时这个硬体的保护呢，所以所谓的 M、N、U 啊，其实不是不是很完整啊，就是说，如果你看过像那个 P D P。 呃，Eleven、uh, PDP Seven 的一些手册，你会发现说他们的机体保护呢，其实很有很受限哈。那甚至如果说你考虑到一些呃嵌入式系统，那它可能它没有完整的 MNU，它只有 NPU（Memory Protection Unit），所以我只能去规划某一段空间呢是呃被保护的，但是它没办法做呃，比方 Virtual Memory 啊、p h y a l Memory 这样转换好，但没关系，在这上面呢还是可以发展呃作业系统。为什么？因为作业系统其实它的功能就是这样。 就是把把电脑把它转换成一个交换机，然后让很多使用者可以操作啊。好，然后呢，在这个这一份简报的第三页啊，那你可以看到像画面中这样的一个图片啊。那注意到呢，这个图呢其实只是一个示意啊。呃，以我我自己来说哈，我我学习这个电脑哈，其实。 呃，我从十岁开始写写写,写程式，这没什么了不起啊，那是早期电脑就只能写写程式了、啊、哈。那但是呢，我一直到正规的教育，正规的电脑教育可能是到十八岁、十九岁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说我我长达十年时间就是靠靠自己学的哈。那所以靠自己学的时候，我常常会看到一堆像这种图啊，不管是在书本上啦，在这个。 海报上啊，在这个杂志上会看到这种图。好，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这个困扰啊？我像我以前在学习的时候，常看看到一堆，就像这样的图啊，这所谓的这种 block diagram。好，那你可能会被 block diagram 制约住了。好，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个这张图啊，这张图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就你们看到哎，kernel 跟 device driver 对不对？好，你想哎，这个、kernel 层次比较上面一点，那 device driver 层次比较低。好，注意到呢，这只是一个相对图，事实上呢。 呃，至少在 Linux 啊，device driver 呢，其实可以在哪里？它可以是一种应用程式。好，再讲一次啊，你在画面中看到这个 device driver，好像是在课本之下，对不对？好，但是呢，事实上呢，只要你愿意的话，device driver 可以放在 user space 啊，也就是说放在左上角的位置。好，你说这个哪有那么奇怪的东西？好，那跟讲一个东西，比方说这个 X Window 啊，什么是 X Window？你你 Linux 预设的安装装起来之后呢，你可以看到一个桌面系统啊，那个桌面系统呢？ 呃，很多桌面系统就跑这个 X Window 啊、哦，那你可能知道上面有 K D 有 GNOME 啊、哦，那你可能知道有这个 L S D L S Q T 好，吧，那这样的一个桌面环境。然后呢，这个 X Window 的它的这个 device driver 很有趣，它就是执行在 user space 啊、哦。正确说法是说，它在 kernel 有一个对应的 device driver，但是 user space 也会有 device driver 啊、哦。那这样的东西呢，不是只有 X Window 有，哈、哦，像 Nvidia 啊、哦，如果说你有在 Linux 上。 去驱动啊，或者去使用这个 NVIDIA 的 GPU 话呢，你会发现说它的 Device Driver 很多层面哈，有在 kernel 层面的，有在 X Window 的啊，甚至或包含说载入一些呃，比方说要跑 Tensor Flow 之类的哈，那你会看到它相关的 Driver 啊。所以注意到这东西都是一个什么相对数、相对的词汇啊。好，那呃，我们可以看到说呢，今天做一系统呢的核心，它最重要的角色就是什么？它就是扮演硬体。 跟应用程市之间的桥梁，那我们會希望说，应用程市尽可能不用知道太多关于硬体的资讯。好，注意到那是尽可能啊、哦。事实上，应用程市不可能完全不知道硬体的限制。我们讲个简单例子啊，比方说网页好了，你问了说，诶、欸，网页是一个，嗯、呃，就是跟硬体无关的一个程市。听起来是这样没错，对不对？可是问题啊，你的网页在某些浏览器就是跑跑起来这样。<coughs> 就是特别卡，甚至在某些浏览器根本就不能运作，所以说这个网页呢是纯软体的嘛好，很多人就想比较纯，但是请你自己去 Google 搜寻一下，你去搜寻 pure、er、software，好，pure、er、software 连分类都不是分类，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台湾很多词汇都会自己发明，对不对？好你们在台湾听到哎纯软体工作，我想要找一个纯软体工作，好，你自己去 Google 搜寻找,找看 pure software job。 好，因为这个玩意没有，就是一个叫 software engineer，一个叫 hardware engineer，对不对？好，但是能量没有说 pure software engineer 没有，好，那只是一个什么？那只是一个分类，不要被分类所限制你的想象，就像刚才讲到这个 d i v i d e driver 一样，哈。好，那所以我们再继续看这张图啊，就是说我们希望呢，应用程式本身它不需要知道太多硬体的细节，好，当然你看还是多多少还是要知道，像刚才讲的网页，好，我们还是要考虑到呃浏览器的限制的啊，要不要？比方说最佳的什么？ 最佳的这个解析度啊，还要考虑到呃这个显示网页装置它有没有特定功能然它有没有 GPS 啦，啊，它有没有那些加速归陀螺仪啦，好，甚甚至那些什么 Geo Location 啊，就是把那 GPS 那些资讯有没有存在啊，所以注意到呢，我们今天其实做一用本身最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它是让应用程式可以专注它的本质上啊。好 那当然，它还是要对硬体有一点差距，但是呢，我我我们会提供一个服务好，那些服务怎么实现出来？就是在画面中可以看到一个东西叫什么？叫做 system c o d e interface。那注意到一件事呢，这个 system c o d e interface 呢，它的实作方式有很多种好，这取决于说你的业系统怎么去提供的好，呃，如果说你早期有接触过 DOS 的朋友好，那你就知道，呃，DOS 上也有 system c o d e 只是说这个 system c o d e 呢，是用什么方式来存在的？它是用。 中断啊，这、哦就是 interrupt 方式存在的啊、哦。那呃 u n i t 的话，它的母语是西语，所以它的在应用程式跟作业系统沟通上，就不用弄直接用这个中断处理来处理，这才操作这个很麻烦，对不对啊？所以就可以用那个西语言的惯例，也就是说，我可以传递参数啊，那我也可以传传递这个返回值啊，那我甚至可以呃指定一段空间啊，寄、哦、体空间。那这个机体空间呢，是由这个呃作业系统核心还有这个 user space 的东西这样。 是共享啊，所以这个完全取决于说你的这个沟通部分啊。然后很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呃，在二十几年前呢，人们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想法啊，那个想法叫做 OS, library a a l w y s 啊，library a a l w y s 就是说呢，把这个作业系统当做一个什么，当做一个 library 来想啊。所以呢、這個，这个这个这个注意到哈，这你听起来呢就就很荒谬哈。注意到啊，这个东西啊，这东西出现很久了哈。 这个东西呢，比方说有一个东西叫 XuKernel，EXO，好，这个 XuKernel 啊，那你可以看到说这个这样的作业系统什么时候有？一九九年代末期就有啊，那这刚好也是我那时候在研究作业系统的时候看到这些作业系统啊，然后就是觉得很很超前啊，其实他想法是很单纯的，就是说，呃，能不能去发展一个特化的作业系统？ 这特化的作业系统专门只做特定的事情好，我就，就，你会想到奇怪，作业系统不是尽可能功能越多越好好，但是我们去思考啊，尤其在这个，比方说我们考虑到云端环境好了，云端环境来来讲话呢，其实作业系统呢其实好几个好几个层次的，好，那你可以看到说，像这个云端服务，我们讲 Netflix 啊，我讲 Netflix 很好玩哦，这家公司呢，呃，你叫网，中文叫网飞吧，好，然后呢，呃，你可以知道它提供的是什么，就是线上的影音,音啊，好，然后。 很有趣的地方是，它有两个主要的追求，一个叫什么？一个叫 Linux 啊，你知道了好，另外一个东西叫 FreeBSD。那 FreeBSD 来负责什么？FreeBSD 来处理一些像一些储存啊啊、呃、那些网络储存装置，还有在私向什储存。那 Linux 呢，是做一些呃比较通用的好，那你可能知道说 Netflix 它用的这个云端服务呢，是由亚马逊啊 AWS 所提供的。好，然后呢有意思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像 Netflix 这个。服。 的这个系统来讲话，它有 Linux 的，有 BSD 啊。那其实呢，这这两种或者更多种的作业系统呢，它各司其职啊。就像刚才讲的，呃，BSD 的地方主要是在什么储存啊？那 Linux 来讲话就是帮说网路啦，好，帮说整体的这个通用的效能啊，或者是一个通用的服务上。好，然后呢，呃，在这上面来讲话呢，光是这个 Web Server 就可能就分好几个层面的哈。比方说，你想就是说，它的 Web Server 一定会有一个什么？ 比较属我们称呼叫 front end 啊，front end 的 web server 好注意啊，我们讲的 front end 不是 web front end 好，我们讲的是 web server 的 front end 啊，就是任何东西都有前端、中端、后端好，就是你知道台湾的工作环境很奇怪，就说哎呦我们很很缺全端工程师好，那我有一次去应征啊，那那人家就很生气啊好，我说我说是你们自己直缺没写好的，我以前做过 compiler 的 front end 好，那我 back end 我也写过啊，compiler front end 跟 back end 我都写过啊，所以我其实都可以应征对，好，我也可以说我是 full stack 好。 好，anyway，那会，所以就说像呃，你会知道说像这个 web server，它其实有分呃好几个阶段啊、哦。那我们会有一定会有一种 web server 很特别啊、哦，它是不管怎样都不能打挂的啊。这、哦、样你可能有看过像 GitHub 啦、啊、Twitter 啦、啊、好 Facebook Google,、哦、Google 好，他们停机的画面。但是它停机为什么会有画面？因为它会有一个 web server，不管怎样它打不挂。 好，那为什么它打不过呢？它尽可的功能越少越好。好，那它的主要功能就是，比方说来做这个 reverse proxy 啊，或者做这个防火的功能。啊，那另外一个是专门提供呃通用服务的。啊，这個、这个作业系统。好，那云端呢？注意到啊，就是说这是这个像这样的一个这个 Unicorno、S2Corno 这样的一个研究呢，其实在二十几年前都就已经发展好，那这几年变得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呃，人们发现什么？需要不同的这个功能啊。而且以云端来讲的话，诉求有趣，就是说。 呃，除了这个功能以外呢，云云端的这个诉求还需要什的。呃，比方说有没有办法占用的机体越小越好啦？好，那麼为什么机体越小越好呢？这不是为了嵌入式系统了，良好？而是你看云端的那个成本啊，对不对？我开一个 EC2 要多少钱啊？你在 AWS 开一个 EC2 要多少钱？你算什么？算 CPU，算机体，啊，对不对？那而且机体的占用其实是一定开销的。那反过来说呢，在同样一体上，我能够启动越多特制的执行环境。 然后呢，让它占用的机体越多啊，越讲的越少啊，也就是说我整个效率越高的话呢，我能够服务的人就越多啊。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说，像这样的一个什么，呃，不，现在我们叫 u n i Kernel 哈，el, 以前叫 Xo Kernel 啦，el, 以前叫 Library OS 啊，这注意啊，那词，它的这个分类叫做 Library OS 啊。那以前呢，你会觉得说，哎，这个东西听起来是不是很重要哈？但是你可以发现说，这个东西基本上很多人还在用哈。那不然说像华为啊，华为自己有开发一个东西叫 OSB 啊，OSB。OS B, y s B，好，那那它其实就是一个什么？它就是一个专门在云云端运算的这个系统啊。所以就让我们今天所谓的这些作业系统啊，就是它看起来可能长得就差不多啊，但是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就看它有没有在特别强化的部分啊。以刚才 Library OS 来讲，你说它没有提供系统呼叫，有啊？那你说哎、欸，它是哪個地方特化啊？比方说它在应用程式来讲，它可能所需要执行应用程式，可能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 Web Server 或者执行一个 Database 好，那从头到尾它可能就要单工就好好，那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哎、欸，这个它的画起来好像也是这种三层的阶阶层啊，但是实际上呢，呃，每个东西强化的不同啊。那当然也有反过来的，也有呢，就是说，哎、欸，应用城市呢占的比例很少，然后那作业系统比重变得变得很多，有没有这样做作业系统有好，而且在一些比较特别的领域啊，比方说这个 RTOS 啊，就是即时多工的作业系统来讲话呢，好，你会发现很多很重要的任务其实跑在哪里。 就跑到看 n o m 啊，那真正 user m o 可能就是一些啊、呃、比方说人机界面的啊，好或者说呃，或者是说一些那个一些 l o g i n 啊，就那些日志的功能啊。那这完完全取决于什么？完全取决取决于说你的这个这个设计啊。那我们接下来思考一件事啊，就是说，做一秀应该提供什么服务？好，那在讲这个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在一九六三年呢，啊，这个这个呃，一九六三年呢，其实你会发现很好玩的话。 你可以在六年代找到好多作业系统的论文啊，而且呢，当时论文的那个的着重点哈，其实比比你我想象的可能再广一点啊。比方说呢，在一九六三年，这边论文很重要哈，就讲这个 multi processor system design 啊。然后呢，在一九六三年，这个 fork 啊，就 u n i v 系统呼叫那个 fork 啊，那个这个词呢，其实在什么就被提出了。而且呢，当时要解决问题就是多处理器。好，这时候呢，就会遇到一件有趣的事情啊，你想看？ 个人电脑什么时候出来的？一九八一年，对吧？好，呃，正确说法是 IBM 的个人电脑啊、哦，就是 IBM PC，一九八一年推出的。好、哦，那个人电脑其实可以追溯到一九七零代嘛，比方说那个 Apple 啊、哦、，Apple 那也可以算叫个人电脑啊、哦。那但是有意思的地方是说呢，呃，不管是 IBM 的个人电脑、Apple 的个人电脑，好，那总之呢，它是在一九七一九七零年代啊啊、哦呃、后期出现的啊、哦。但是你可以看到说，一九六零代呢，其实科学家就在干嘛？ 就在开始发展这个，呃，开始思考这个议题哈，而且就在思考说怎么去写程式。好，那所以这个写程式呢，就会可以看进去啊、哦，就是说他其实考虑的东西就是多个处理器。好，那不然说我们刚才讲到这个 Matrix 好，Matrix 这个东西很有趣啊、哦，它虽然是一个商业上做失败做一种，但它的很多概念是很领先的甚至它很還,还领先于 Unix 之上啊，就是 Matrix 其实它它它,它是多人多工。 还是多核处理器，好，所以你要你要知道这个东西什么时候出现的？一九六年，一九六年就是多人多工，然后多处理器。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把所有想到复杂的东西都加进来，而且更酷的地方是什么？他还用高阶的程式语言开发的，哈，比西元高级很多。然后更酷的地方是什么呢？呃，你一定知道关联性资料库啊，就是像那种啊、呃、MySQL 啊 PostgreSQL 这种，啊，关联性资料库呢？ 最早在哪个作业系统上面出现的，就是在马蒂克斯啊，所以你应该知道一件事是什么，就是当时呢这些科学家其实他把很多那种复杂元素加进来，所以你大概知道为什么马蒂克斯会失败啊，因为太多因素都加进来。好，然后呢，这一九六三年这篇论文的重点在哪里呢？他提出这个 f o r k 啊，那你知道他这有两个主要操作，一个叫 f o r k 一个叫 join 啊，那所以呢，他概念说，不管呢我实体上有多少个运算资源啊，那反正我在创造一个。 可以用数学去描述的哈，就是说我有一个点啊，就 book 啊，兵分多路好，然后之后呢再 solo。好，那所以 join 是 solo 部分。然后有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这上面呢会需要一些程式好，就我们我们所谓的这个程式叫做什么？叫做 program 啊。那 program 这个词其实呃，你看那个像电视啊，电视的节目表对不对？好，所以它其实它意意味着什么？好，电视节目表这种是什么？它是预先照着特定的排列去排列好的好，但是呢？ 呃，电视在播映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插曲啦、哦，好，比方说会有一些什么新闻啊，对不对？好，说这个武汉肺炎导致多大严严重问题啊？你可能看八八点的看到一半，会哎有什么哦？快讯啊、哦，或者说这个看到一半一半的时候，那个什么突然这个画面都是什么天鹅湖啦？哈、哦，那当年那个苏联要解体的时候，哈、哦，苏联解体的时候，那个整个那个在苏联的电视台哈、哦，放了一整天的那个什么天鹅湖，好、哦，我后来才知道哦，原来是。 那个苏共解体啊，好，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哎、欸，这我们要照节目表演也没有啊？所以呢，我们会区分两个东西，一叫一叫 program，我们称为叫程式啊，好比较静态的东西。然后呢，程式执行起来呢，被作业系统或者被一个执行环境执行起来，我们称为叫 process。那这个词怎么来的？好好玩的地方什么？这个词呢，是是什么东西的的？ 对比呢，它叫 processor。你有没有发现 processor 跟 processor 这个词啊？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国中的时候看到这两个词的时候，我就觉得头很痛啊。processor 是很早就出现的这个词，什么时候出现？processor 这个词在这个一九四年代就有 processor 啊，对，它就是这个处理器啊，因为这张上处理器很是很常见的词啊，在化学上也有处理器这个这个词哈，化学跟物理上都有词这个这个词。但是 processor 很特别哈，processor 是电脑科学的术语，它就是从什么 processor 抽离出来的概念叫。 Process, 所以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 CPU 的抽象化，也就是说呢，像我们在画面中看到这个部分，不管你有多少个执行单元，反正呢，你单核也好，双核也好，四核也好，八核也好，我不管多少核，啊，反正呢，我就创造一个虚拟的一个 CPU，啊，所以注意啊，创造一个虚拟的 CPU，那这个虚拟的 CPU 最重要的干嘛是？就是来做整个资源的抽象化，所以你会想到说，好像对使用者来讲。 突然变出一堆电脑，好，所以注意到这个概念哈。这个概念强烈建议你要把这个短片拿来看，因为在 c o b e t o 教授呢，他讲 CTS 的时候就讲这个词，好，所以呢，我们在以前在学作业系统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困扰吧，好，就是说呃一直在背那些术语啊，但是忘记当初要解决什么问题啊。注意到电脑。 一开始它真的没什么问题啊，对不对？它就是为了什么做些弹道运算啊，做这个氢弹的什么这些运算，它是为了计算存在的。好，但是因为有人类介入之后呢，好，人类介入就比较，你知道人就是比较比较比较感性一点哈，比较需求比较多啊，所以就常常不安排出牌好，所以导致呢原本都在照站照站着照着节目表去演的这个的、這個、program 好，那不在呢。 不再符合预期嘛，就是可能中间就要插断，插加上某个东西哈，或者执行到一半要能够被被什么被取消掉啊，诸、哦、如此类这些事情呢，其实你可以看到说，在一九六三年呢提出这个 fork join 啊、哦，它这个很有趣的一个概念哈、哦，然后呢这个部分呢特别注意到啊，呃有有一本线上的这个教科线上的做一雄教科书啊、哦，这个这个、很难得啊、哦，其实大部分的教科书都没有线，就是大部分电脑的教科书很。 是是没是没有什么线上的哈，但这个 OSTP 哈、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这本书很很有趣啊，它可以 free download 好，然后呢这本书写的也还不错哈，那这个它这本书其实就是跟这个费曼致敬的书哈，然后注意到呢，在这本 OSTP 上面呢，它的它其实它的分类就三个主要分类，一个叫 virtualization，一个叫 concurrency，那第三个叫 persistence 哈，那 persistence 主要是在这讲这个档案系统，然后有趣的地方是哎 virtualization 呢。 他讲不出来，就只能说呢，讲讲什么呢？就是讲 process 好所以呢，我们我们以前呢，很多时候讲那个虚拟化，你总是觉得说，哎、欸，这个可能是 VMware 啊，可能是 Hyper-V 啊，啊，对不对？或是这个 VirtualBox，你才跟我说那个叫虚拟化但是你可以告诉说，在一九六零代，科学家在想啊，在思考这个运算的单元的时候呢，就开始在思考这件事好所以呢，他就把数学概念带进来啊。你看到、哦，就是说底下呢是一堆 process。 上面是一堆处理器啊，所以注意到哈，一九六年代，当时电脑科学家就想到多处理器的事情啊。那你会好奇啊，那多处理器什么时候才被做出来？好，很有趣啊、哦，真正能用，一直到七年代才做出来。好，可是六年代电脑科学家就开始想，好，想的是要怎么把这个东西建立对应，而且是用数学方法去描述的啊。所以注意到 process 跟 processor，它就是一个什么？它就是一个数学的关联啊。也就是说呢，你的处理器可能只有。 一个啊，所谓的单核啊，那或者说你的处理器有两个啊，然后我的 process 呢，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虚拟化啊，所以它虚拟化什么？它虚拟化的就是 CPU 啊，所以呢我们就讲这个虚拟化，它是一个呃，这个词就在我们中中文不是那么容易理解哈，我们中文很多词都不太好理解，比如说 abstraction 啊，abstraction 就讲说抽象化，对，我们我们把它翻译把它翻译成抽象化，但是在汉语来讲话，没有一个对应的。 完完全对应的词啊，所以我们去，我们这时候要去思考什么叫 upstream 啊？其实 upstream 呢，这它其实你如果把它翻译成呃抽象，其实不是很好的翻译哈。不过在这边来讲，我还是配合大家的翻译哈。我对我来讲，我我我认知上的这个 upstream 呢，其实是一个找出它的一个，找出一个归纳啊，所以就说呃，我不管这个。 执行一个城市也好，执行两个城市也好，执行三个城市也好，啊，那这城市是循序执行也好，或是它一起执行也好，反正呢就是创造出一个什么，创造出一个一个这样的一个对应关系，对应到什么，把这些执行的这个单元啊，对应到这个处理器上啊，所以它就是一个一个数学上的关系啊。然后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它其实它分类啊，就是讲这个 virtualization 啊，所以注意到啊，我们讲 virtualization 绝对不是只讲只讲到 VMware 这些议题哈，其实关键地方是什么？ 我要怎么做出好像有那么多什么，好像有那么多城市啊，执行在一个或者多个处理器上的假象啊？追到我们讲的假象啊，讲 illusion 啊。所以呢，事实上呢，这个 illusion 呢，关键就是什么？就是通过什么来做出来啊？分时多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啊。当然，除了分时多工以外呢，事实上有好多不同的手法啊。呃，那这时候也会讲到这个。 在在这本教科书啊，它也有讲到啊，其实呃，我们今天讲的今天讲的这个分时多功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容易识错的手法啊。其实，在一九六年代，人们对这件事有很多争议啊。那你也可以看到说，呃，像电脑的架构，你一定有听过呃，h a r v architecture d a r 跟这个王王诺依曼 architecture 啊。然后你会发现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哎，这个王诺依曼 architecture 跟 h a r v architecture，d a r 其实这个东西出现很久了，这个几十年了。 好，然后哎，为什么后面都很少再出现什么新的架构啦？好，就是你会常常听到一些词汇，但多数的时候它是行销术语啊，但是在本质上没有太大很大的创新啊，不不是说它没有太，不是说这个过去人们想比较多，然后现在人想的比较少，不是啊，彻彻底相反，而是说因为过去人们根本没有硬体可以用。 所以很多时候呢，就像这个啊，像这个一九六三年提出这个 f o r k f o k join 的模式的时候呢，那时候根本没有电脑可以来做实验啊，而且呢，提出这样概念是一堆数学式啊，一堆数学表示法，你可以去下载当时的论文哈。然后，但是呢，真正能够用的硬体也是很很后面的事情哈。而且有就算有硬体能用，然后把这个 f o r k 有效率制做出来，那是更更后面的事情啊。呃 f o r k join 可以在这个硬体上。 完整这个执行啊，而且是很有效率的执行的话，其实这件事一直要拖到什么时候呢？一直要拖到一九八年代。好，所以你看到一九六三年就提出这些先前瞻的概念，好，但是一直到一九八0好才能够在适当一点把这样的概念好把它把它贯彻。那如果说你对这个呃，比方说云端运算的一些。 典型模型啊，比方说 Map Reduce 有概念哈，那你会发现说呢 Map Reduce 呢，它也是有有点像这样就是说它也是一开始定义多数学模型哈，那定义多数学模型之后呢，然后重新去干嘛？去描述我们所在的这个硬体所以本质上呢，它也是一种什么？它是也是一种虚拟化好所以呃，不要把虚拟化想得太太遥远虚拟化就是一个手段啊。好，然后呢，那么继续看哈，就是说在。 在后面呢，啊，就讲到说有两有两个你一定听过的词，一个叫 monolithic kernel，一个叫做啊 microkernel。好，那注意到这个 monolithic kernel 哈，如果你去查一下这个字典里面关于这个词啊这个词的这个解释哈，它是它是呃它是一整块，好，它讲的要是整体的概念，而不是讲大，好，所以很多时候有很多人把就是有些呃，尤其是一些媒体哈，呃一些报纸上哈，这种，他就有时候把这个 monolithic 把它翻成 巨大，啊，所以这是错的，啊，因为巨大就真的是很大，对不对？啊，就是说，呃，你讲一个，你说姚明，对不对？我站在姚明旁边就是小鸟依人嘛，因为姚明就很高，他就很巨大啊，那他就是 big，OK，、okay? 啊，但是呢，monolithic 在于是一个整体的概念。什么叫整体概念？就是说，呃，你看，你你你有看过一些岩石，对吧？就是这种石块，啊，它是一个整体的。 好，那当然你有看过反过来的，就是说，哎、欸，好像有很多那个小石头啦，好，那拼凑起来，像像水泥一样粘合起来，好，它这是这时候就我们就不是叫 monolithic，啊、嗯，我们就讲到，哎、欸，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复合的，好，但是彼此之间还是有一些间隙，好，monolithic 在意是它是一个整体概念，好，那反过来说呢，microkernel，好，注意到哈、哦、，microkernel 我们讲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讲它的设计上的哲学，好，所以注意到呢。 monolithic kernel 跟 microkernel 它不是完完全两个什么背道而驰的概念哈，很多时候呢是这两个概念都会拼凑在一起啊，也就是说你今天看现代的作业系统，有时候你分不出它叫做 monolithic kernel 还是叫 microkernel，为什么？因为它可能啊各取所长啊。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啊，呃 Windows NT 啊 Windows NT 在一九九零年代发展的时候呢。 呃，他就他就是 microkernel 注意到哈，我们我们等下会来看一下那个 microkernel 一些历史发展哈。你先记一个结论哈，就是呃，在一九八零代，作业系统发展这个 microkernel 最顶尖的人物哈，呃，有他去了哪些地方呢？好，比方说去了 Microsoft 啊，去了 Apple 好，那那 Microsoft 跟 Apple 一直到今天在作业系统都还是很领先的哈。然后很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呃，Windows NT。 在这个发展的时候呢，好，为什么它叫 NT？好，NT 就是 New Technology 的缩写，好，就是说呃 Windows 的新的技术，好，因为那个当年那个 Windows 一直被在八零代哈被被人家认为说它是一个廉价品啊，那但是 Windows NT 呢就这样，它是一个全新的啊，就是说、哎、希望它一个全新技术，然后可以打入是个伺服器的市场，能够跟这个 Unix 岛大哥去 PK 啊，然后呢注意到就是所以呢，他一开始是追呃 Michael k e n 的想法，但是呢后来呢发展到后。 发展到后后期呢，一九一九九年代后期呢，Windows NT 的 kernel 多大呢？大概是有二十一 mega。对，你没有听错，二十一 mega。好，然后反过来说呢，反过来说什么呢？Monolithic kernel，比方说像 Linux kernel 啦，好，然后一直到一九九年代末期的时候呢，编出来大概就是两百 k。好，所以你看到九零年代末期，一九九年代末期，好，Linux Monolithic kernel 大概两两,两三百 k。好，然后呢？ Windows NT 二十一 Mega 好，但是我们叫它 Microkernel 好，所以你所以知道哈，它不这个东西不是看尺寸的啊，所以我们再回来这件事，Monolithic 在于是一个整体的，也就是说我提供服务的时候是一个整体的，那这个怎么去区分呢？很简单，就是说呢，如果你今天设计一个系统啊，设计一个作业系统，那我提供服务的时候对外是一个什么？透过一个系统呼叫的方式去提供好，或者那具体的实做细节呢，主要是在什么？ 在核心内部做啊，那么就是我们讲 monolithic l 就像你看到一个大石头一样啊，就它里面呢，它可能是玄武岩啊、沉积岩啊，不管它怎么做出来的啊，总之它里面就是一个自成一格的啊。那反过来说，microkernel 呢，更倾向是怎样？更倾向说，诶、欸，我把这个作业系统只做关键的服务啊，然后呢，呃，我我让上面的这个有趣的事情呢。 让这个应用程式啊去去去交互，所以像我们这方面看到的哈，它会有 display server 啦、啊，好 network server 啦、啊，好 file f i r e server 啦、啊，还有各式各样应用程式。好，注意到这个词叫叫什么叫 server，也就是说它会有什么彼此之间可能是 client 跟 server 之间好，就是相互沟通的这个状态。好，然后呢，当你们好奇为什么 Windows NT 号称是 microkernel 架构，它为什么会有二十一 mega 好，这当然简单好，我我讲给你听好。 呃，在以前呢，这个 Windows NT 最最最要最主要的打的人就是什么，就是 Unix 啊。所以呢，后来这个 Microsoft 的这个团队发现什么事？哎，Windows 的那个网络啊，效能不是很好啊。所以原本呢，它的 Network 呢是的确是在 User Space。后来发现网络不够好的话怎么办？就把 Network 把它搬到什嘛？搬到 k e 里面去啊。然后呢，后来发现什么？哎，这个 Windows 呢，号称什么？它的人机界面很有效率啊，很很很丰富啊，可以让这个。 减少了管理者的问题，好，所以这个但是当时效能还是不够好，所以故技重施，把 display 把搬到 kernel，好，然后呢，后来发现什么？哎，这个 file system 也搬到 kernel 了，好，所以你看哦 Windows NT 一开始它是 microkernel 设计，可是它陆续把很多东西把它搬到什么？搬到 kernel 里面，好，那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什么呢？font 就是所谓字型，啊，font engine 这件事呢，其实在执行在什么？在 kernel mode，好，你不信？啊，没关系，我查给你看，Microsoft，啊。 科隆帽，那很很,很容易写哈，你要打那个 font，font s i e <noise> 好，所以呢，你你可以看到一些那个像像这样的东西啊，就像像这样的一个弱点分析啊。那这个弱点分析很有趣啊就是说他就讲到说，在这个对不要怀疑哈，你们你们看到很熟悉的东西叫 true type，我说 true type 不是那个。 字形，对，没错，就是出 type 好，但是因为出 type 的执行是在哪里？出 type 的执行是在科诺 r n m o 好，所以这个东西很严重啊、哦！你看到这个东西严重啊、哦，这严重的地方在哪里？因为呢，这个 Windows 的字形档的处理好，就把字形把它画出来啦，把它把它做那些呃，是相关的那个。 字的绘制啊，字的那个风格的处理呢，都是在什么？这是在 kernel 哈，所以你會发现这是头很痛了、啊，对不对？因为这个 display server 本来是在 user space，现在搬到 kernel 哈，所以只要字体啊，这字体呢做一些恶意的动作呢，有机会怎样？有机会去攻击到 Windows 本体啊。那注意到这件事呢，发生过好几起啊最近呢，比较知名的应该是什么？Adobe 的吧？看见？Adobe，就是。 一些一些相关的这个描述好，那这件事呢，不是只有发生在在多边啊，只是这个这个比较比较知名一点啊。好，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说这个东西都是有一个什么相对的啊。那反过来呢，也有一个一些比较特别的，比方说 Linux 啊，Linux 你说它现在到底是什么架构啊？这個、很有趣啊。Linux 来思考一下啊，Linux 的确看起来就像画面中这个样子啊，就是说哎、欸、呃，你像想到想到哎网络哎、欸、的确也是坐在克隆 n e 里面呐啊好，然后呢，档案系统哎、欸、也是坐在克隆 n e 里面。 可是呢，档案系统可不可以在 user space 呢？可以啊，比方说你可能知道一个东西叫 fuse，这 fuse 真的讨厌了啊，就是就真的可以啊 f i r e system in user space 啊，就真的可以干嘛？可以执行在 user space 好，也就是说呢，如果你只是用刚刚那个示意、e、图来讲的话呢，Windows 啊、呃、不，假如说 Linux 的确也可以把档案系统放在哪里？放在 user space 上好，然后更酷的地方是什么？Linux 的 Networking 也可以放在 User Space。好，你不信？好，我自己就写一个东西给你看啊。比方说，呃，我之前跟学生一起发展一个东西叫 n s t a c k 好，就是一个教学用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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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范好，那就是把 TCP/IP 把它做在 User Space。好，那你很好奇啊，这东西做在 User Space 有什么搞头哈？呃，有有几个考量点啊。第一个就是说，呃，你考虑到虚拟化的环境好，就是说。 比方说我，我我有一个底层是 Linux 啊，然后我上面要执行好多个什么，好多不同的 Guest OS。那这但是 Guest OS 呢，我希望这上面的 Guest OS 可以这样可以上网好，但是上网的时候呢，我需要有一些不同的考量好，你看我你想看、啊，我为什么要执行一堆 Guest OS 好？很多时候就是做什么我平常做不了的事情好，所以啊，比方说呢，我嗯、呃，你就想哎、欸，我假如我在上面要开发什么 IPv v6 好，就是说我底层是 IPv4 好，但是我在 Guest OS 我想要跑 IPv6。 啊，然后呢，再是什么呢？再是说我想要做比较复杂的拓扑啊，就是说，哎、欸，我我我做一台电脑啊，但是我想要做让它有这个 switch 啦，bridge 啦，然后就很复杂的这个网络连接啊。那在实体上，我可能需要一个交换机，然后接一堆线啊。但是在那边来讲的话，我只要建立一堆 g t e s OS 啊，那我在 g t e s OS 上，我就可以搭配我自己的 TCP/IP stack，可以来做到什么？我网络实验的功能啊。那除了这以外的话，你还可以做什么事情？就是说，假设我要追踪啊 TCP/IP 的运作，好像我。 当初在开发这个 NStack，我就主要的用途就是我想要教学生电脑网络啊。那但是呢，呃，因为像 Linux 啊，它的 TCP/IP 也很复杂，所以如果说你带着学生一行一行去研研读这个城市码的话呢，它大概有两万多行，好，对不对？这個、很复杂啊。可是 NStack 很小啊，NStack 就是还不到两千行啊。所以你看一个是两万多行啊，就是 Linux kernel 的那个 TCP/IP 是两万多行起跳啊，不是只有两万多行啊，是最基本的城市码就两万多行了啊。但是你可以看到 NStack 全部的东西。 就是只有什么不到两千行啊，所以比方说你可以带着学生去做什么实验啊，做啊一室内的实验啊，ARP、ICMP AR、啊、i v v 4啦，好，或者是做这种 Hashing 啊。还有最酷的地方是你不用担心把电脑弄坏，你从它就打个 Make，然后就呃就就可以干嘛，就可以开始做实验，然后然后中间还可以把这个风暴处理状况啦，好，个别分词处理出来，好，所以你看，哎、欸，以这个角度来想，哎、欸，那这个跟这张图是不是好像？好，所以注意到哈，今天我们讲。 monolithic kernel 跟 microkernel，它只是一个什么？它只是一个选择啊。事实上，很多时候呢，我们是可以把两者的特性给它拼在一起的。好，那你会好奇啊，这东西哎、欸，是不是叫 hybrid kernel？好，我直接回答你这件事哈，在后面我刚好讲了一个 hybrid kernel。好，那 Linux 的话是它表示什么事？他说 hybrid kernel 就是只是一个市场术语。 啊，也就是说呢，今天你你你发现你的产品不是那么好推的时候呢，就把别人的功能拿过来啊，就是比方说，你今天要推一个功能啊，哈、哦，你你今天是什么卖冰淇淋的，对吧？那你发现这个冰淇淋呢、啊，啊、呃，你的卖相可能不是很好啊，所以你就跟这时候干嘛弄一堆风味啊？所以对那些头发师来讲，就是好像好像一个做一下搞一些风味啊，但是本质有没有好才是关键嘛啊，所以这个对那些头发子。 刚才讲话比较比较猛一点哈，那这这這,这几年收敛比较多哈，但以前他讲话都比较猛。他说这个 hybrid kernel 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市场术语啊，这还是要本质啊。比方说呢，这个也许你每天在用的 hybrid kernel 啊，比方说你用 Apple 产品啊，那你就会接触到 XNU 啊，那 XNU 呢是什么？是这个。 呃，Apple 它自己发展的这个作业系统哈，然后呢，它的核心呢叫 XNU 啊，那它包装起来呢叫 d a r i n 啊，然后呃，所以在 i iOS 啦，或者是在这个 MacBook Pro 啊，这这系列不管是这个桌上型的电脑啦，好，或者是说手持装置啊，移动装置上，它就跑这个 XNU 啊，然后这个东西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就是说呃，它在 它的主态是可以改变的哈，也就是说，我平常在开发城市的时候呢，我可以是这个画面啊，也就是说，呃，我让核心的服务越少越好啊。然后呢，呃，但是呢，这个核心服务的少，那多数东西是用 service 形式存在啊。它有好处是 debug 的时候会比较方便啊，也就是说，上面 display server 坏掉了，或者是 network server 坏掉的话，啊，这个系统可以运继续运作，但是这个效率可能比较差啊。所以像 XNU 很有趣，就是开发的时候可以长这个样。 然后呢，在 deposit 就是说最终要出货啦，真正要部署到这个很多的布台一体上的时候呢，它可以长这张图。好，所以 XNU 到底是 microkernel 还是 monolithic kernel，完全取决什么？取决你的主态。你你有觉得头很晕啊？好，跟你讲一个，恭喜你啊！这些这种例子很多啊，所以注意到呢，不要被这个词汇去约受受它的制约的哈。其实这个很多时候呢是这样，是,是。 呃，只是一体两面而已好，然后为了这件事呢，我在之前呢有准备一个讲座来讲这个啊、呃、，microkernel 的设计好，那你可以看一些相关的录影，还有它的供比。啊，就讲这个整个啊、呃、，microkernel 的这个设计啦，好，然后它的一些概念好，以及 microkernel 的设计如何影响到什么，影响到 Linux 好，所以注意到呢，Linux 虽然它出发点是一个 monolithic kernel。 好，注意到哈，不能把它翻译成什么巨大巨大核心，千万不是啊、哦！它只是一个一体化的啊，一体化核心。但是呢，Linux 也像这些作业系统、microkernel 学习到很多啊。所以呃，Linux 上的网络也可以跑到 user space 上啊，Linux 上的档案系统可以跑到 user space 上，而且 Linux 之上也可以作为作为什么？它 Linux 也可以作为一个 hypervisor 好，你可能知道一个东西叫 KVM 啊，Kernel-based Virtual Machine 啊。所以 Linux 当做一个 hypervisor 之后呢，我上面可以执行好多个 guest OS，啊，某个角度来想话，它其实看起来就像什么图，就像这张图，对吧？啊，好像提供不同服务，啊，所以注意到呢，这个东西都是一个什么？都是一个取舍哈，那最关键的地方是我本质上能不能去支持这样的一个一个样的一个机制啊，以及我所追求的主要功能。 能不能去落实好？那在这边来讲话呢，我们也我我,我去特别去区分哈，就是说我们我们有介绍到呃三个哈三个不同的这个阶段哈，就是 microkernel 这三个不同的阶段哈，从从一九八零代最最早期的这个 Mark 啊 microkernel 啊，然后然后到 L4 啊 L4 系列的啊第二代的 microkernel 啊，那到了现在来讲话是第三代哈 SU4 啊，那 SU4 呢刚好是在呃二零。 零八年，呃，两呃讲错了，两千零九年啊，两千零九年提出来啊、哦，所以距今刚好是十年的时间。那这是所谓的第三代 microkernel 啊、哦，那你可以从这边来讲，可以看到一些什么啊、呃、所所所在意的诉求啊、哦。然后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就是说呢，我们今天讲到这些 microkernel 啊、哦，它跟虚拟化有很大的关联啊、哦，所以很多 microkernel 它也。 演化成变成一个 hypervisor 啊、哦，像刚才讲到的这些 SEU4 啊、哦，它其实也变成一个什么 hypervisor 啊、哦？那像 SEU4 呢，它的这个呃，它的发展公司呢，它是其实是一家军火商啊、哦，对，你没有听错哈、哦，军火商自己发展卓一系统啊、哦呃。s e u 4的开发商呢叫做什么呢？叫做 General Dynamics 啊、哦，它是美国前四大的。 军火商哈，那这个军火商呢，要解决一些很特别的问题哈。比方说，想一些简单事情哈，就是我们今天都一直讲无人机。那如果说无人机的功能越来越强大，好，就是无人机越来越强大，你上面可以配弹，好，不是只是飞好玩的，不是只是说我去巡视一下武汉，不是那么简单，好，我是干嘛？是可以配弹，可以，可以从从这个美国的舰艇出发，然后可以去打什么？可以可以去可以投弹，好。 可以去锁定啊，锁定那些宾达登啦，那些美国人不喜欢那些人啊。那你们想过一件事？那如果这样的系统呢，飞到一半的时候被骇客瑕疵，被骇客入侵，然后反过来拿来打到美国人，好，当然是不允许的啊。所以呢，像 SE4 呢，它的最重要的诉求是什么？就是说它执行 SE4 加上虚拟化 Linux 啊，因为我们还是需要 Linux 嘛，因为 Linux 功能比较完整好，那可是 Linux 功能比较完整，就意味着是它可能 bug 比较多，可能它可能。 系统漏洞比较多，会被骇客入侵啊。但是呢，放心啊，这件事由 SEOFO 去控管啊。所以注意到呢，我们今天讲这个 microkernel 啊的存在啊，这件事呢，不是只是说呃，像像这个画面来讲的话、啊，左边比较好还是右边比较好啊？你要你要选安琪的还是选烂的？呃，是烂的吧？啊，什么？反正就是以前那个老梗，二十几年前老梗了啊。然、啊、后就说，今天不是让你二选一的哈、啊，就说很多东西都不是二选一。 啊，而且更多的时候呢，以做系统来讲话，很多时候是截长不短啊。那你会发现说，这个发展呢，有点像那个生物的演化啊，就会趋同演化。就是所以今天来讲，要找出一个纯粹的 monolithic kernel 跟纯粹的 microkernel，其实已经已经不存在了啊。你刚才这个例子来讲就很有趣啊。你看 SU4 啊，它号称是第三代的这个 microkernel 技术，但是真的在用的时候呢，往往也是搭配定时在用的啊，因为它的功能就是很非常局限。 好，所以你真的要做像样的事情啊！比方说你要上网，好，SU4 没办法自己上网啊，他要透过 Linux 来上网好，那只是说 SU4 可以去监看虚拟化的 Linux，好，好 <coughs>，那除了这以外的话呢，呃，像你的手机里面啊，你可能在有个东西叫 t r u s t y Execution Environment 啊，像这个手机里面啊，你那些钱包啦、指纹啊，它不是存在 Android 里面哦，啊，你想看哦、喔，你的钱包。 你的那些 private key 啊，还有那个什么，还有那些指纹啊，这么这么隐私、这么敏感的东西，对,对你用放在 Android 里面有什么问题？因为 Android 上的应用程式，如果不想去把你的指纹看光，然后干嘛，就把你的指纹拿走，然后做坏事，哇，这个太可怕了，对不对？好，所以注意到，事实上，你的指纹啊，这种 biometric 的东西，都不是放在 Android 里面，是放在另外一个啊。 甚至是放在另外一个处理器上，好像像 iPhone、iPhone 上面就是一个另外的处理器。然后呢，在这个安卓手机上呢，那些隐私资料处理是另外一个作业系统啊，我们称为叫 Trusty OS 那或者叫 Trusty T，Trusty，在安卓上叫 Trusty T E 啊。好，那所以。 从到这边来讲话呢，你大概就比较清楚啊、哦。其实整件事呢，它就是一个什么？它就是一个取舍啊、哦，那就设计上取舍啊、哦。然后呢，第一代的 Mark 麦 r 克诺呢，我们称他叫 Mark 啊、哦。那呢，Mark 的那些发展期很重要哈、哦。就像刚刚提到的，Mark 的主要开发者哈、哦，像这个 Richard 啊、哦，他就是呃去 Microsoft 服务啊、哦。那后来另外一个开发者呢，去先到 Nest，那后来 Apple 收 o Nest 之后呢，就变成什么 Apple 的技术展啊。所以你可以到说呃。 Microsoft 也好了、啊、，Apple 也好啊，他们在作一系统的研究啊，甚至有什么，甚至有共同的起源，就是什么 m a r k m i c r o s o n t 啊。虽然这两家公司最后做出来的作一系统已经不是纯粹的 Mic、m i c r o s o n t 啊，但没关系，那就是一个什么，它就是一个趋同演化。好好，那么再继续来思考啊，就是在这个这个部分呢，好，你,你可以来搭搭配来看这个哈，就是我们的 Linux 核心设计讲座啊，然后讲到。 不只是执行单元的 process 啊，那就可以来交叉交叉来看一下好，那这边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录影啊，那这边来讲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到说、呃，一个 process 啊，作为这个 process 的一个抽的一个抽象一个虚拟化啊，那我们要去思考啊，比方说中间要怎么去做 c o n t e n t switch 啦，说这以外的话，我我要去必要的互动啊，比方说会有一些 signal 啊，那个 signal 最主要是做做的事情的话是,是 IPC inter process communication，就是。 我我有很多虚拟化的单元是什么？就是 process 啊。那 process 跟 process 之间一定要互动啊，因为因为它不能完完完完完全全独立运作的啊。比方说，我今天要取消啊，取消某一个任务的执行啊，所以一定是从 A 要求 B 去止停下来啊，或者说 B 执行到一半发现怎样？发现他说他没办法再执行下去了，因为他等待某个资源啊，所以他就要通知别人说啊，我我我现在。 没办法来执行下去了，有没有人要接替我继续执行啊？注释这个你需要一个这样像这样一个 signal 的机制啊。然后呢，在有 signal 就会有对应的 signal handler、呃、啊。注释这些呃，除牙班说呃，接着会有像这个 threading 啊。那我们之后会有一个专门的系列讲这个 threading 这个 threading 呢，其实是很很很很复杂的一个议题哈。好，然后所以讲到这边呢，请各位一定要很清楚啊，就是说图片。 这些 block diagram 的存在，它不是让你去记说，哦，这个东西叫什么叫张三，哦，这个东西叫李四，那张三跟李四就是两个不同的人，哦，这个不是这些图片存在的道理。图片主要是帮助你理解，但是不要被图片限制你的认知。好、哦，我们休息一下。好、哦，我们刚才花了一点时时间来探讨 monolithic kernel 跟 microkernel、哦。好，那我真的希望说大家真的要搞清楚啊，真的。 不要被示意图限制住了哈。我们探究的终究是本质跟所做的事。好，然后呢，在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提到什么？提到这个、呃、啊，microkernel 啦，跟这个 monolithic kernel 哈，我们就会举到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哈，就刚才提到这个 Linux。哈，那其实这个，你可以，你也可以看到说，我们为什么一直强调历史的重要？因为呃，曾经有一段时间。 其实整个做整个市场哈，其实在尤其在九年代哈，八零代末期九零代哈，其实那个那个时代的做系统真的是很很多元的啊。比方说做大同电谷的大同公司，对，你没有听错，大同公司也有自己的作业系统，你不相信对,對找给你看大同，好，大同 Unix 啊，好，对，有没有记错，Mitax 啊，真的真的哈，对哈，那所以你看到、哦、八零年代末期。 连做电锅的公司都有自己的 Unix，所以那个时候这个整个作业系统很腐烂啊，很很泛滥啊，大概有有两三百种作业系统，然後而且做 CPU 的公司啊，在九零代做 CPU 的公司啊，有一百多间啊，这个所以这个你可以很很难想象对不对啊？但是现在来讲话呢，这些很多东西都收敛啊，不是说市场饱和，不是，而是说这个市场很大的这个转变。好，那 Linux 显然在过程中呢，在这个这个。 呃，过程中呢，其实就是算是很多集大成的好，所以你会发现说你在看 Linux 的时候，有时候也是很奇怪好，比方说，呃，比方说你我们刚才不是有提到一个作写，我叫 Pre9 啊，Pre9 啊，这样啊。然后呢，但是如果后面再加一个 Linux，你会发现不是把 Pre9 跟那个 Linux 来比较啊。比方说这个有一个东西叫 File System 啊，所以事实上这个很好玩，对，你没有看错这个好，给你看这个 n i p 啊。 这个是什么 p r i n i g h t File System Protocol，好，所以显然呢，他讲的 p r i n i g h t 就是那个 p r i n i g h t 贝尔实验室那个 p r i n i g h t 但是这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这个作业系统竟然怎样被 Linux 拿来实做了这个，啊，所以 p r i n i g h t 作为一个完整的作业系统，它是失败的，啊，至少发展是停滞的。但是它的资产，比方说它的分散式档案系统的资产，啊，在被什么被 Linux 拿来啊，拿拿出来重用，好。 而且这件事呢，好，我们刚才讲过这个东西叫内批，对不对？啊，你去找 Linux nike 内批概念。好，内批 virtual IO，好，这我们之后有在 Linux 和你设计来会来探讨这个虚拟化。好，那所以简单来讲，这个什么，这个 n i 内批，好，你看刚刚底下这个这这篇文章写很有趣啊，的这个任意门，好，所以比如说，呃。 hypervisor 啊，或者说这个 host 跟 guest v o i c e 之间哈，可以透过什么 NeiP 去相互沟通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什么呢？就是可是你看这个 NeiP 这个词还留着，好，刚讲过了 p r e n e t 算是一个发展停滞的作业系统，好，那里面很多主要开发者都离开的这个贝尔实验室，像我们讲的贝尔实验室跟过去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但是没关系，这些资产是留着的，好，所以你看 Linux 呢，它很念旧，念旧，好，所以你为什么要注重历史？你不重历，不注重历史的话呢？ 这个什么，这个连关键字都不知道怎么下，对不对？好好，那就去看。那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 l i n e r Tovas 啊、哦，讲这个这个讲 Hybrid Kernel、哦、他讲这就觉比较比较比较讲的比较猛啊、哦。他说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什么市场术语啊？不过呢，在呃实物上来讲的话呢，还是有一些用途啊。就像刚刚讲讲的那个以呃以 Apple 公司来讲，好，那它就可以带来一个弹性，就是说我开发阶段比较偏向 Micro Kernel 啊，所以很容易去 Debuging 啊，很容易去。 呃，设计一些新功能啊、哦，那是但但是在出货的时候，在真正在部署在不同的硬体上的时候呢，哎、欸，它的架构又比较偏向什么？偏向这个 m o n c k i t n e l 啊、哦，这个东西是可以主可以调整的啊、哦。那这样的例子呢，也发生在有个作业系统叫做啊、呃、j u n g o e f l y BSD 好、哦，那 fly d u n g o e f l y BSD 呢，这个你一定要去理解一下哈、哦，这个很有趣哈、哦，就是在这个电脑领域啊、哦，有些人就有些人比较任性哈、哦，像这个。 这个人你一定要认识他哦，这个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好任性的人。<coughs> 我们会提到提到一个作业系统啊、哦，叫 d r a g o f l y BSD 啊。那这个这个怎么来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哦，这个历史是这样哈，就是说这个在两千零三年好，两千零三年的时候，呃，这个的、这个、D 龙哈、哦，那 D 龙呢，它是一个，我想要怎么描述哈，它是一个。 工程师啊，但是他很不错的地方是他很早就赚够他所需要的哈，所以他在呃这个以马斯洛的那个什么那个金字塔来讲，他是最高顶级啊，就要自我实现哈，就是说他在呃九零代就就就已经有钱到可以退休了哈，但是他就发现一件事，呃他说老子我很有钱哈，但是呢怎样，在这个这这个世界上的追雄就是很废啊，他觉得很不爽啊，所以他干嘛？对，别不要怀疑，他就是真的来开发追雄，因为他不愁吃穿，他就这个他就是个 billionaire 哈，就是个。 亿万富翁啊，大家就是好。那总之呢，他他那时候他一开始加入的开发呢是 BSD 啊，但是呢很不幸的地方是 FreeBSD 的这个五点零以后的这个设计呢跟这个 D 龙哈想的不太一样哈，所以他就生气了哈，所以生气之后就 fork 啊，注意到以 Open Source 来讲话呢，fork 是很常见的事情哈。然后呢，那这个 D 龙上呢就做了什么事情呢？就 它就 fork 出来，啊，那 fork 出来就比较叫 j u n g l e f l y BSD，好，那我我运气还不错，我在两千零四年的时候，我们就跟这个 j u n g l e f l y 的核心开开发者好有一些交流啊，然后呃，这个 j u n g l e f l y BSD 呢，很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它就有一些很，就是显然它要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功能哈，那你它其中有一个它的很自豪的东西叫 Hammer 啊。 他们这个党系统可能很酷的地方是什么呢？这个党系统呢，在开发的时候，它可以在 user space 好，因为大家知道，就是说，呃，党系统它必须要非常稳定好，我們我们讲的稳定就是说，比方说，不是只是执行到一半会宕机，这个叫稳不稳定，不是这样哈，而是说会断电。 好，那断电之后呢？我重开机还是要怎么可以启动？好，而且呢，我甚至要怎么让这个重新挂载磁碟啦，重新挂载这些储存装置的时间好，也可以缩短好，然后让这个这个资料的正符合资料的正确。然后呢，有些储存装置啊，像 SSD 啦，或者这种 f r e s h 啊，这种快闪的储存机体上呢，它都会有些使用的寿命，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些特别演算法好，所以显然呢，你会发现什么事情呢？就是呃，像这样的一个做呃档案系统开发呢，其实它很。 很很很困难哈，那像 Linux 核心来讲的话呢，你可以看到 Linux 核心呢，两千将近两千八百万行这么大的这个城市呢，其实九成是什么？九成是 device driver 跟 filesystem 这两个是大宗啊。你反而是你听过那些什么 s i m p l e m u t e x 啊 s p i n d o c k 那些东西哈，它的在克 e n e 里面占不到一层啊。所以呢，这些东西呢，难地方就是这个 Linux 的资产也在这里啊，就是。 绝大多数做一统觉得很难做的东西，好 System 啊，像 f i l e s t s n e 啊，像 Networking 啊，这些各式各样的 Device Driver 啊，在绝大多数的做业中都很难做啊。但是呢，在 v, 在 Linux 来讲，有一大堆啊，好，那这个 Hybrid Kernel 呢，你看到这边就有有有点概念就行了哈。那今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XNU 啊，因为呢，这个 Nest 啊，这个就是后来卖给 Apple 那家 Nest 哈。 它其实有很多很有趣的创新哈，那我们是特别值得一提哈。那所以我们用这一份简报来看哈，那当然注意到这边的时间点是两千零六哈，当然我们就是考古哈。那你会发现考古，但是里面很多有用的东西，一直到今天还是延续的啊。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学习就这样哈，看哪些东西从过去到现在概念是延续的啊，我们就加大力道学啊。那当然有些东西的过去存在啊，那现在不存在啊，也可能是吧，过去存在。 那中间不存在，哎、欸，过一段时间又被捞出来拿出来重新发展了。像大家记得刚刚讲这个 library a a l w y s S 托 kernel 对不对？好，像这东西啊，就二十几年就被研究了，然后中间都没发展。好，但是云端运算又把这东西拉起来。好，然后呢，这边就会围绕着这个 n e x t n e x t step 啊 n e x t step 是作业系统整个包装起来叫 n e x t step 好，那它里面的那个呃作业一种核心叫什么？叫 mark 好，然后注意到 mark 呢，着重的地方你可以看到它讲什么？讲 inter Process communication IPC，好，所以你可以让呃，以 Microsoft 花很大心力去解决什么问题？IPC 问题，好，那这个問这个问题呢，在整个这个历史啊也会遇到，好，然后这个 n e x t 好，就是都应该在知道故事嘛，就是 steve j o 被被 Apple 赶出来之后呢，就很生气，好，就搞了一家公司叫 n e x t 好，然后第一个产品叫 Q。好，就长这个样子啊，所以你看到呃，它的这个桌面呢，很多时候就是就是这个风格的，好。 然后，然后有没有看到很贵哈，很贵的硬体哈。然后，然后呢，这个注意到呢，这个 Nest 哈，它其实有很多创新层次在，就是它的作为系统是 m a r k Microkernel，然后上面的是什么？是 BSD 的 User、Space、的 User Space Server 啊。所以呢，用这种方式呢，可以达到这个应用层次的相容。啊。呃，那后来有个术语叫 Personality 哈，这个词叫什么？叫做人格啊。那也拿来被用在作为系统的词汇上啊。好，我我照你不相信对不对？好，我照给你看。 Michael Kuno personality，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以前呢啊，以前那个作业系统研究呢，其实怎样，是是很有趣的啊，就是这个这个什么，就是这个词汇好，其实用的比较丰富啊，反而是这几年这个这几年那个整个作业系统比较比较无聊一点啊，就是还是发展有趣，但是没有像过去那么想象力丰丰富哈，因为过去有很多是这种组合，就是底层是一个 Michael Kuno，就做非常小的功能。 然后上面搭配不同的 personality 啊，所以它上面可以来呃 Windows personality，所以它就可以在上面执行 Windows 啊。如果你有接触接触过 o s t w o o s two 它是一个 IBM 开发的作业系统，但它上面可以执行 Windows 的城市哦。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有一个什么 Windows 的 personality 啊。那同理呢，如果你上面有一个呃 BSD 的 personality，你就可以上面执行 BSD 的城市啊。那甚至有个 DOS 的 personality，你就可以上面执行 DOS 的城市啊。 好，那当然除了这些这些创新以外呢，其实它还有很多很厉害的东西，一直到今天还用到哈。比方说这个 Display Postscript 那 Postscript 是来做这个呃像向嗯嗯，就是来来描述哈我们这个那些向量啊那些图形怎么怎么处理哈，一直到今天都还还存在哈。那 Objective C 哈，这个这个一直到什么，从 Nest 年代就存在哈。那我知道很多写 iPhone 城市朋友对这个都很感冒，好吧，都都这个又爱又恨哈。<coughs> 好，然后呢，呃，值得一提的地方是什么呢？这样的手法啊、哦，就是说，Mark m i c a e l a y 啊，它是活跃开发的话，就是在一九八五年到一九九四年啊、哦。那这个时间点，一九八五到一九九四年，也是刚才讲到整个作业系统蓬勃发展啊、哦，就全世界大概有两三百种作业系统的那个年代啊、哦，就这个这个、年代，然后。 Michael k e n 尤其是 Mark Michael k e n 在功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好，比方说那个刚刚讲 Nest d a e p 好，那 o m e s t a y 么呢，就是因为 Nest d a 它最初它就是卖硬体的公司，但是因为卖硬体实在是很难赚。好，因为它不能卖的太便宜。啊，卖的太,太便宜会被 Apple 告。啊，就是 Steve Jobs 被那时候被被赶出 Apple。好，所以他当这个 Steve Jobs 那时候成立 Nest，就是卖高价硬体。好，一台一台当时要五千美元呢，对不对？ 这么贵的那个硬体啊、哦，但是卖太太便宜的话會、哦，会跟 Apple 打架啊，会会被告啊、哦，所以所以这个卖硬体其实生意很难做、哦、所以后来那个呃后来这个 Nest Nest 这家公司呢，就把什么作业系抽出来，叫 Open s t e p 就找一些公司啊，比方说上 Microsystem 啊，就跟他们合作啊、哦，然后就搞了一個,這个作业系统的一个通用平台啊、哦，那不过这个东西就。 呃，发展也是停滞的。好，然后这后面的故事是什么？就是后来 Apple 买下什么，买下 n i c e 的公司，然后就重新把它打包，重新改头换面啊，叫做什么？Make o r s t e n 好，那 Make o r s t e n 的后来的名字叫做什么？叫做 Make o r s t 啊。注意到它的写法啊，Make o r s t 嗯，Make orist。 注意到哈，就是小写的 mac，然后 os 大写啊、哦，因为这个的嘛，又是重新 branding 啊、哦，所以就是就是你看到以前名字叫什么？以前叫 mac os ten 啊、哦，那后来叫 os ten，然后呢，从这个十点一二开始呢，啊、呃，这个 sierra 开始呢，就要干掉叫什么？叫小写的啊，所以叫什么 mac os 好、哦。好，那总之呢，这个这个这是一条路，对不对、哦、那除了这以外呢，以 mac m i c os kernel 为基础的作业系统也存在啊，比方说 gnu。 对，好，注意到啊、哦，我们今天讲 GNU stage Linux 是说什么？Linux 核心搭配 GNU 的一些工具 g 啊 g n 的 toolchain 啊 g n 的 debugger 啦 g n 那些呃那些 user space 的工具。好，然后呢，另外一个东西呢叫 mkLinux，都会不要怀疑，这个东西是谁做的？这个东西是 Apple 做的，你很难相信，对不对？mkLinux，好，这个对会不要怀疑，你真的没看错，就是这个啊。好 它是一个什么？它是 open source 的东西，而且是 Apple Computer，位不要怀疑，就是那个 Apple Computer，啊，而且这个东西成立很久哦，一九九六年。哎、欸，你你没有发现一件很有趣的点？Steve Jobs 还没回来的时候，这个 M K D 的时候发展了，对，没错啊，而且跟库立方什么呢？你可以去去找一些八卦，这个八卦是什么？就是说，呃，其以前 Steve Jobs 有面试过 l i n u x t o r s 啊，而且 l i n u x t o r s 面被面试的时候呢，呃。 这个 Steve Jobs 告诉 Linux 图瓦斯说：“如果你加入 Apple，好，那你就可以让 Linux 成为什么？对使用者最友善的作业系统啊！因为我们这个，我们这边有给你传教啊，把你这个 Linux 铺遍布到各个地方。当然你也知道结果啊，结果是 Linux 托托瓦斯向 Steve Jobs 拒绝了好，但是呢，你要注意到一件事什么呢？Apple 这家公司其实很早就在什么投入 Linux 的好，而且呢，他们先只先做什么事呢？把 Linux 把移植到 PowerPC 架构。” 然后呢，把 Linux 移植到什么 Mark Microkernel 上啊？所以注意到呢，MK Linux 的全名是什么？它其实就是讲 Microkernel Linux，也就是说它底层是什么？它底层是 Mark Microkernel，那上面是 Linux 的一个什么 Personality 啊？所以它是 Mark Microkernel 加上 Linux 的 Server 啊？这件事呢，跟什么东西很像呢？这件事的架构不就是跟这个 Nest d e v i c 架构很像？对。 是那个好，那除此以外呢，还有八 r u e sixty four 好，那 true sixty four 请你自己去查哈。那简单就说它是呃，它是 u n i s 好，商业的 u n i s 然后运作在什么？运作在 microcom 之上好。那所以注意到呢，在九年代呢，其实这样的尝试很多好。然后呃，在九年代末期的时候呢，这些东西陆续被淘汰好。有有几个考量点好，在我看来有几个考量点，第一个就是什么？因为 整个系统的复杂度变高了哈，所以你要去 debug 的时候呢，是 debug 两个，一个是 microkernel 要 debug 好，那上面 personality 也要 debug 对不对？上面那些 server 也要 debug 对不对？否则否则没法运作啊。第一个是呃，发展复杂度变高了，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第二个原因更更致命啊，就是说那个时候的 Intel 架构的硬体变得非常便宜啊，就是就是说以它的这个性价比来讲哈，Intel 架构的这个。 的硬体呢，不管是用在桌面啊，用在伺服器啊，或者巨大的成功，好，那可是很不幸的地方是，我们今天讲到 M.K. Linus 也好啦，我们今天讲到这个 n e s t Step 也好呢，哈，他们在 Intel 架构的资源其实都是少很多的，哈，然后呢，因为 Intel 架构的硬体啊，它就是获得巨大的成功，哈，所以呢，像那个 Linus 啊，对这个因一开始就支援 Intel 架构嘛，哈，所以他就偏不能广哈，所以呢，它其实在市场上一个冲到一个很大量哈，那传统的这些。 贵族血统啊！注意到我们今天讲这个 MkLinux 啊、o p e n s t a e l 啊、啊啊、NeStep，它是都是这种贵族血统啊，它是这种呃专门的开发作业系统啊的团队去开发的哈，那而且像那个 True Sixty Four、哦、啊，这个这个是完全这样，它是一个很成功，就是它是像 Digital 这种哈很成功的这个呃电脑公司，它它自己去研发的哈，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呢，过去来讲话呢，这些硬体呢，它其实在这个。 九零代的时候呢，就刚好遇到整个硬体的这个大转折，哈，就是说整个那个 Intel 架构，哈，X 八六的架构呢，获得巨大成功的时候，这些作业系统其实它们没有办法应应这些变革，哈，而且后来就算移植到 Intel 架构下呢，也有个显著问题嘛，就是说，啊、呃，你市场的效能其实没有比较好，哈，那提供功能可能差不多，因为毕竟这东西都是重重新来，哈，然后更关键一题是，因为有很多主要的应用，啊，你知道就是像 MySQL 啊，啊。 PHP 啦，哈，这些东西已经怎样？已，虽然它们本身是 open source，所以看起来好像還可以移植到不同的作作系统，但是它已经针对 Linux 去做很多什么调整，好。然后跟，第三个理由就是什么呢？就是帮人说雅虎、ah、啦、Google 啦，好，当时人多的这种 Internet 公司啊，就采用 Linux，好，那不用 Linux 的话也用 BSD。 那所以呢，就是用 FreeBSD 啊，那所以呢导致什么？导致说，哎、欸，这个东西生态系统改变好，所以注意到了，不是这些商业的作业系统不好，不是这些贵族系统不好，而是他们因应用的变化不够快啊。但是呢，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快速发展的 Linux，其实把很多画面中这一些作业系统的一些概念，啊，陆续把它带到什么？它的作业系统的实作。啊。 好，所以呢，在底下后面呢，可以看到一些术语哈，比方说这个术语讲这讲这个 IPC 家讲这个 virtual memory 哈。注意到一件事啊，Mark Microkernel、哦、是第一个发展出今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 page base 啊，就是这种、呃、以分页为基础的那个 v, 呃 virtual memory 啊。呃，第一代第一代的这个 u n i s 来讲话呢，它它能够处理什么？它有基本的那个 process 的处理哈，但是它在虚拟机器的处理还是很差的哈，而且那时候不是。 不是以那个 page base，也不是以这个分页为基础啊。那时候是 swap 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u n i s 啊 u n i s 有一个很有趣的程式叫什么叫 swapper 哈，就是有个东西叫就就就不是不是 Linux 啊，要找的是 u n i s 啊，就是 u n i s 有个东西叫 swapper process 啊，它的 PID 等于零啊。为什么？因为在以前啊，在 Unix 早期的时候是怎样？就是说，它的机体管理就很废啊，就是呃，我的机体空间就很很很有限啊、哦。然后呢，呃，新的这个城市要执行的时候呢，我就把目前的城市把它移出去，让新的城市进来啊、哦。那在更新的城市要进来的时候怎么办？我就把目前的城市移出去，我、哦、把新的城市移进来啊、哦。所以它就是一个干嘛叫置换啊？那这样的东西呢，当然显然啊、哦，很有存在严重的效率问题哈、哦。所以后来呢，在这个 Mark 啊、哦，注意啊、哦，这是 Mark m i c r o e l Kernel 的创举啊、哦，它真的发展一个什么？ 以分页为基础的 Virtual Memory，啊，然后这个特性呢也被移植回去到 BSD 上，啊，注意到。 移植到 BSD 的时候，Linux Linux 2.0还没开始写作业系统啊，所以呃，我刚刚讲这个 Virtual Memory 的发展是在什么 Page b a s e 的 Virtual Memory 是在一九八年代啊，那因为这个一九八年代呢，在 BSD 获得这个巨大的成功之后呢，在 Linux 2.0在一九九年代撰写 Linux 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很好的参考范本啊，所以注意掉，我再再次强调哈，Linux 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它有很多前先例啊，去。 帮然说那些呃像 virtual memory 啊，帮说那些 TCP/IP 在八零代都被 BSD 充分的验证过了，所以 Linux 很多时候只需要干嘛？只需要重新撰写或者把 BSD 的成果拿到 Linux 来用，好，当然要去解决一些授权问题啊之类的啊 <coughs>。好，然后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呢，你可以看到说 m i c h Korn 为基础的设计花很大力气去解决嘛通讯问题，好，这个通讯问题呢，也在 Linux。 的后来的发展变得非常关键哈，因为在历史需要通讯的东西可多了啊，对因为一开始会有什么呃 TCP/IP 通讯，然后再来是说，比方说有虚拟化做做出来之后，你要怎么当 host 跟 guest 之间沟通啊？所以像刚才有提到那个 NIP 这样的 protocol 就变成这个。 迫切需求啊，那除了这以外的话，甚至还有帮说，呃，不同的装置之间要怎么分享,分享,分享啊？分享档、啊、分享档案呐，分享资讯呐，甚至说，呃，在一个你就想要说，在一个资料中心里面，哈，有一堆 Linux 啊，那我能不能让一堆 Linux 表现起来，就好像是一个什么，好像是同一台电脑这样东西我们称为叫 SSI 呃，Single System Image。再讲一次啊，这个东西的神奇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说。 呃，你就想象一件事啊，就是说，假设你今天管了管理了一堆什么，一堆电脑啊，就是说你资料中心里面有一千台电脑啊，这一千台电脑呢，我们想要创造一个假象，这个假象是什么？就是好像呢，这一千台电,电脑都可以透过网络连接起来，而且呢，这个运算资源就可以在一千台电脑之间相互分享。好，所以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很理想性的东西啊，但是这个东西在这个什么？这个、在超级电脑是。 是是有这个需求的哈，就是所以就是说，嗯，你就想说，呃，对使用者来讲，他就是看到好像就一台一台一个什么，一台一个超好厉害的电脑，好，那这好厉害的电脑它背后对应的一堆一堆不同的资源，好，那像这样东西我们称为叫 SSI 啊，叫 Single System Image 啊，那这个也是在 Linux 啊所之前要去解决问题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呢，我们在整个作业系统发展来讲话呢，这个通讯啊，从这个 IPC 一开始 process 之间通讯。 然后再是电脑之间通讯啊、哦，或是一个 cluster 跟 cluster 之间通讯啊、哦，这个东西怎么陆续这个层次啊、哦，变得变得更广啊、哦。这这也是 Linux 为什么复杂啊、哦？你为什么去贸然去跟 Linux 的原始程式码为什么,么灰心？因为人家解决问题跟你想的问题不同啊、哦，对人家解决问题就是资料中心，对像 Google 啦、Microsoft 这些这些什么这么这些巨大的公司，它管理这个把 Linux 用在这么多复杂的电脑上。 好，结果呢？你看的问题是什么？嗯，好担心失业呀、啊，好担心这个跟不上人啊，对不对？好，你们遇到的问题完全不同啊，对不对？人家是说什么？人家是老子有钱，但是发现什么？这个钱啊不够花啊，不，呃，老这个钱啊花太花的太慢，对不对？好，就是他们建立打造一堆资教生资教中心，对不对？好，后来发现什么？发现说，哎，上面做一业上面软体。 不够好，没办法把这硬体的特征发挥出来，或者说这个整个这个像 Microsoft 一样，这几年那个云端事业成长很快，对，好，所以他们需要什么？他需要一个有效的一个作业系统，去把这些资源的分配、资源的统合做起来，啊，对，所以他们讲，他老子多的是钱嘛，对不对？这对 Microsoft 工资啊，他们只是担心什么？烧钱烧太慢，对,不对，可是你不是这个问题啊，对不对？你想，你问题是什么？哦，对不对？刚才讲了，你你要换工作嘛，对不对？你要想学 Linux，好像有竞争力，所以你看，你一直在想的是。 哦，如何看懂这段程式嘛？呃，如何在面试中可以回答？哦，什么是面试的时候必考的？你在想这个题目，对？可是你看，Google 想的题目，Microsoft 想的题目，Intel 想的问题，跟你问题没有交集，所以你这怎么学都学不好了，这是正常的、啊。好 <coughs>，所以呢，你你要学好 l i n 呢，其实要想清楚啊、哦，人家解决问题在哪里。好，那继续来看讨一个东西叫 Address Space、哦。好，这个 Address Space 呢，注意到啊、哦，它的这个翻译啊、哦，呃。 正规台湾的翻译哈，我翻了一下，一九七七年啊，我我翻了翻了回回回回过年回家翻了很很久哈，我终于翻出我家的书，一九七七年那时候就翻译叫做“定子模式”啊。那这个对岸呢，什么时候才出现这个词呢？啊，对岸的这个定“定子空间”“定子空间”这个词呢，什么时候出现的？啊，翻到就是说一九九一九九六年的书啊，所以你看啊，我们是一九七七年就有啊，但是对岸一九九六年才有。 再有一个词哈，所以我们其实领先了嘛二十年啊，所以我们应该用领先的词“定制空间”啊。好，那这个 a d r e space”，那 a d r e space” 呢？其实呢，这个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很很难的问题啊。难的地方在哪里？就是说，这涉及到说，呃，我们要切入的方式是从硬体的方式切入，还是用软体方式去切入啊？或者说它有一些额外的一一层啊？那举例来说，呃，你可能知道有。 Physical address 跟呃 Virtual address 哈，但是你可能没有注意到，就是说有一个东西叫 I P A。比方说以 on 的架构哈，on、啊啊、的架构就还蛮复杂的，给大家看一下。好像画面中这张图哈，这张图的话呢，虽然画的不是那么清楚啊，但是你可以看到说呢，最右边的是什么？最右边的是这个呃 Physical address 哈，然后呢？ 那、啊、在在最左边呢是 virtual a d d r e 啊，所以右边呢是实体的记忆体啊，那左边呢是虚拟的记忆体的定子啊，但是它中间多一个东西叫 I P A 啊 I P A 啊，这个 I P A 的 I 表示什么？表示中间的意思啊，intermediate 啊，就是说这个它是一个中间态啊。那为什么需要一个中间态呢？好，我再想一下啊，右右边呢是这种 physical memory 啊，所以你可以来。 来呃挂载啊、哦，就是来插插这个主机板，插这个不同的这个机体啊、哦。当然，除了插那些一条一条的机体以外，你可以比方说硬体啊、哦，就是像这个呃显示卡啦，或者是或者是网络卡、哦、它也可以对应到一段空间啊、哦。那这些东西是实体上追溯得到的啊、哦，所以这个东西叫什么？叫 physical d r e s s、哦、啊。那这是在右边，那左边呢是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啊、哦、所所期待的啊、哦。所以就说呃，比方说我我我们期待一个线性的一个。 定子空间啊，那这个线性的定子空间呢，可能从零零零开始啊，到 FF 很、啊、多个 F 啊，对不对？好，那中间为什么会有 IPN 呢？啊，考虑到什么虚拟化，对不对？底下就写了哈，考虑到虚拟化。那考虑到虚拟化的时候呢，我们要解决一个我们在虚拟化呢，常常要面临的就三种问题，一个是指令能不能做到虚拟化啊？因为我们我们同个时间可能需要两个 gas e l w a s 在执行啊，所以我指定上能不能做到这件事？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是我在机体，我能不能去做切割啊，或者做重新对应？好、啊，所以你看到、哦，如果中中间没有这个 IPA 的时候呢，在虚拟化呢就会很大的困扰。你你想解示啊，就是呃，举例来说，你如果在一个 Linux 上执行两个 Windows 啊，或者说你在 Windows 上执行两个 Linux 啊，或者说在 Windows 上执行一个 Linux 啊，不管你怎么做呢，呃，如果你单纯只是用那个 <c oughs> 切割的方式呢，你会发现说你的可用的。 可用的 physical memory 哈、哦，这个实体的机体呢，就会被用的很快啊、哦，因为你可能对切嘛，对不对？你可能原本有四 G 的空间，你就被对切成两 G、两 G 哈、哦，所以你能用的空间就怎样大幅的缩减了好、哦。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去想，这个你在 Windows 上执行的 Linux 好、哦，然后或者你执行一个 Linux、执行两个 Linux、执行三个 Linux 或者更多 Linux，那你发现哎，执行的一个 Linux、两个 Linux、三个 Linux，其实很多比例很多很大比例的那个。 呃的机体内容是一致的，好，所以我可以干嘛？我可以把一样的内容把它拼凑起来，好，我们称为叫 KSN，Kernel s a、e、n d Page Merge，好，就是说，呃，是让 kernel 里面可以把什么那个内容相似东西把它合并，那合并呢，这個效应是很大的哈，它不只是可以那个节省整个分页的成本，好，更重要的地方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因为。 因为原本是不同的 page，但是我把它 merge 之后呢，就变异到同个 page 好，所以最大好处是什么？就是我这个整个存取的效率就变好了好，然后那当然你对空间的使用量也跟着变好好，那你整个这个相关的这样像是一个 cache 啊这些处理啊就跟着好，那些快取机体的处理又跟着变好好，那 i p a 做什么事情 i p a 其实就是扮演一个这样的一个转换的桥梁啊，所以原本以前是 p h 呃 virtual address 转化成 physical address 好，现在变成 virtual address 转到。 Intermediate physical address, Intermediate physical address 在依据那些虚拟化那些诉求，好，依据刚刚讲的 K ten，好，再干嘛转换成 PA，好，所以你可以知道一件有趣的点在哪里呢？有趣的点就在于说，<coughs> 就在于说呢，我们今天讲这个定子啊，定子空间呢，其实呢，考虑一体呢就很广泛啊，所以注意哈，这这件事呢，不是一个。 简单的事情啊，而且呢，这件事还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你要从什么观点去看啊。所以在我们 Linux 核心设计还有一个讲座，叫做“不只是个执行单元的 process”。啊，我们刚才讲过，process 是一个什么？processor 的一个呃虚拟化啊，一个抽象化的词啊。那但是呢，事实上呢，要考虑东西。 可多了啊、哦！哎呀，这个东西呢，给你看到啊，这个东西很多很多很多要考虑的哈、哦，就是考虑到像什么，考虑到思维怎么实做啦，啊、哦，考虑到 signal 怎么实做啦，啊、哦，对不对？啊、哦，那考虑到呃机体怎么对应啦，好、哦，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呢，你要去想的东西呢，是是很广的啊，你不能只是想说，嗯、呃、s t a k e 在哪里啦，heap 在哪里啊，对不对？考试的时候你喜欢，啊、哦，面试的时候你喜欢，很能很喜欢面试这个题目哈、哦，但是其实。 关键地方是你要想啊，这东西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去实做啊？所以，比方说在画面中来讲，可以看到说里面有个东西叫做一些系统，Linux 作为系统内部呢有个东西叫做 VNA 啊，Virtual Memory Area、er、啊，它是一个 struct 啊，而且这个 struct 很有趣，就是你会知道，哎，它会有一个呃起始位置的、啊、结束位置的、啊，还有它不同的这个 bits 去干嘛设定它的一些不不同的 protection 啊？那设定完 protection 之后呢，下一个问题是什么？是要涉及到一个东西叫分享。 分享啊，然后呢，这个分享里面呢，还有一个难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哎，你会看 c o n t e x switch 跟这个东西有没有关系？有啊，为什么关点呢？你再再看重新看一次啊。这边呢，我们今天讲的是什么？这是这个 process a g e s p a c e 好，所以你可以看，我有可能有十个或者更多的 process 好，那我每个 process 呢，它看起来要有一个独立什么？要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好，所以我们就有个这样描述，什么时间开始，什么时候结束。所以你看，这边有一区，这边有区，这边有区，好。可是呢，当我从 A 切换到 B，B 切换到 C 啊，那或者说呢，我从 user 到 kernel，kernel 到 user，好，那以这个 M n U 来讲，一定会有一些东西会受到影响啊，比方说你可能知道 T O B 好，那我们的 T O B 要做什么？T O B 要做 flush 好，然后呢，那所以呢，在这系列的问题呢，其实把整件事呢变得很。 就把整件事件搞得很复杂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我们在这个粒子核心设计讲座，在这个讲座呢，我们继续在探讨哈，这些这些的观点哈。那特别注意到的地方是说，我们在这一次讲座哈，故意没有把那个机体的地方把它阐述的清楚啊，因为后面还有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在这边来讲话呢，我们我我们先讲什么呢？我们先讲说定子的范围啊，定子的。 分类好，所以我们花很多心思在讲的 layout 好，所以比如说你在画面中可以看到好，所以我一样的这个 program 是一个我们开刚刚讲到它是一个什么相对静态的东西，我直接起来就变个 process 好，所以一旦它是一个动态的东西，所以你看到从静态的 program 变成，哎、啊，讲错了，静态的 program 变成动态的 process 好，所以第一个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好，而且这个转变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在不同的观点会看到不。 不同的事物啊，比方说呢，你在这上面呢，你可能启动了什么？启动了 thread 啊，这 thread 还会看不同的那个呃，实作方式啊，比方说会有 user thread 啊，也就是说呃，比方说我我上面有好多个不同的执行绪啊，全部看起来都在都在什么？都在 user 啊，所以对科农来讲看看看不懂，反正这上面你看它上面一二三四五六有六个 thread，但是科农来讲我从来只认得三个 process 啊，那也有反过来的，就是说呢，这个 thread 呢？ 从头到尾就坐在课本里面，所以课本里面哦，他有六个 bread，但是对 user space 来讲，他从头到尾就就看不懂啊，他只看到三个啊。还有还有什么模式呢？还有混合的啊。所以在这个不只是执行单元的 process，我们就讲讲到这种啊，讲 process 跟 thread 之间的关联啊。还记得我们刚刚有讲到那个什么，讲到这个很暧昧的这个啊，很暧昧的这个 Linux 啊。好,好，那这件事呢，又让他。 对不要怀疑，又让他把搞得更复杂哈、哦，你会有觉得错的是正常的啊、哦！然后这个过程中呢，你会重新把 a z e Space 的那个认知重新对你改变好，所以你要注意到你要从哪个地方去开始去看好。然后呃，那我们在这个 Linux 核心设计讲座呢，也有也有介绍一些工具好、哦，我们也希望说陆续来多介绍一些工具来跟大家带着大家来追踪这个克隆。啊，千万不要看原始城市嘛，因为你看到的不见得会被编译，就算会编译，不见会被执行，就算被执行，不会在 有可能不会在你期待的时间执行，好，所以千万不用看了，最好是执行啊，一边执行一边观察，然后再再回去看程式嘛好，这样会比较合理一点啊。而且如果说你的推测、你的假想跟 Linux Kernel 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那学习会快很多啊。最累的什么？是最累的是你那边举足老半天，一直在在脑补、在幻想， 然后后来发现那个城市码新版之后就被丢掉了啊、哦，然后那些人一直背，个、哦、或者再推敲，哇，这城市马认错写，哈、哦，后来发现新版的时候，就是就就那个新版的时候，他可能就某一个那个呃变更的说明就是说，哎，这个某一个版本的那个机体管理根本就错的啊、哦，所以我们就重写了啊、哦，或者说某一个原件呃已经没有人维护了，所以我们把它丢掉。但是你看到这个事实是不是很生气啊？因为你已经花了好几个月啊、哦，甚至花了好几年看一段。 根本没没被执行到的扣号，还有你懂吗？哈，被被丢掉的池子嘛。啊，好，然后呢？所以注意到呢，我们今天讲这个 address space。好，呃，我们看的不是只是说这个哪一段机体拿来做什么用途啊？最关键的地方是，我这这些怎么去对应到 p r s s e s s 对应到 thread，只对应到不同的，比方说对应到 put page，对应到那个 VNA virtual memory area 好。好。 然后呢，再来是什么呢？再是啊，就是说讲这个 kernel space 跟 user space 的对应啊。注意到这张图呢，讲的是三十二位元哈。那如果是六十四位元的系统呢，会比较复杂好，那你说，哎，六十四位元的系统是不是把这张图的三十二改成六十四呢？错，没那么单纯的，对不对？因为这个数字要重算嘛。好，这是第一个好，第二个是什么呢？六十四位元的 virtual d r e s s space 好再解释啊。你看到三十二位元的话，virtual d r e s s space 是多大？ 就是零到 F F 一对 F 嘛，所以这样算起来多大？四 G 好，所以从零定值到四 G 好，这是也就二的三十次方好。可是呢，在六十四位的架构呢，它不是定这个啊，六十四位元，然后 H space，它会有一个神奇数字，比方说四十八，对，不要怀疑，有没有看到这个四十八？ 你们觉得头痛啊？你看 x 八六 sixty four，对不对？好，六十四位的 x 八六架构，但是为什么出现一个四十八？四十八？因为二的六十四次方实在是太大了，这个这个东西，你看这个大到不好用，啊，所以呢，所以呢，这个作为系统的开发者啊，就想到一件事：我能不能不要用这么大的空间？就是说。 我能不能用一个小一点的空间来用啊？比方说呢，二的四十八次方等于多少？等于两百五十六 TB 啊。那两百五十六 TB 呢？其实这个在这个定子空间来讲的话，其实已经什么？已经已经够大了啊。跟这个四 G 比起来，已经是非常巨大了。但是这个怎样？它其实是本质上是够用的啊。所以注意到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诉求上呢啊，所以六十四位元。 因为二的就实际上太大了，所以它实际上有这样一个四十八。那你會好奇说，诶、欸，有没有可能更小，有的，啊？比方说 on 呢，就会有个神奇的东西啊，给你欣赏一下，叫三十九，三十九啊。看到这个，你可以看到这篇文件哈，on v 8 a address translation 啊，直接找三十 三九啊，好，这个三九呢是有梗的哈，就这个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事情呢？就讲做这个 virtual address 好，这個、input range 好，其实它怎样？它被限制在什么？三十九个 bits 好，那你就是算一下二的三十九次方得多大好啊，直接跟你讲结论，讲就行了哈。所以呢，这个来讲话呢，在很多情境来讲是其实够大的啊。所以注意到一件事呢，这个东西呢，它是硬体的特性啊。那当然，你在探索 Linux Good 的过程也要了解。 因为你要了解它范围嘛，对不对？要了解它输入有效的范围。好，然后呢，再下一个问题什么？下一个有没有看到上面有写 kernel space 跟 user space？好，然后你要知道它的分配啊。比方说，以三十元来讲的话比较单纯啊，就是说它不用管刚才什么三十九、四十八啊这些神奇的数字。但但是呢，呃，在 kernel 来讲话呢，你看这张以这张图来讲话呢，这个比例来讲的话呢是一比三啊，就是说 kernel 呢占呃占一倍的空间啊，那 user space 占三倍的空间。 但是有一种另外一种切割方式是说对半切啊，就是 kernel 占一半 u o 占另外一半啊。那至于是一比三还是二比二，这个东西看完全看需求啊。比方说像像我以前我们我以前在做手机的时候呢，我们我以前会做过一件事，就是把 kernel space 的把把它对半切啊，因为我我们一些很重要的东西都在 kernel m o 执行啊。比方说这个 camera。 还有一些像演做一些电视嘛，啊，这种这种东西比较比较 tricky 点啊。我商业机密我不能跟你讲太多啊。总之我们在客里面做非常多事情啊，所以导致呢我们在整个呃 a z Space 呢很可能会有不够用的问题。好，也就是说我必须在客隆保留足够大的空间好，所以这样来讲的话，我们就必须把客隆 Space 把扩扩张。那当然这件事会不会影响到 User Space？会，好，那具体影响是什么？就是像那个。 呃，有效的 process 数量啊、哦，还有说那个 on 的那个处理哈、哦，就会受影响啊、哦。这个就是一个工程上的取舍嘛。毕竟做，尤其开发 SOC 啊、哦，消费性的产品 SOC，那就是你你一直要追加新功能嘛，但是成本要控制的很很好哦，然后又要降低风险嘛、哦，这很多东西都是相违背的嘛，对不对？又要功能多，又要成本低啊、哦，然后又要低风险哦，这个这是这个三角悖论啊、哦，对，但是。 这就是我们的价值嘛，对，好，就是能够提供这种东西，好好。那接着我们来讲这个 execution context 哈，execution context 的话其实呢，你可以看到说呢，在画面中来讲的话，有呃列出两种，其实有其实有更多种哈。那两个主要的一个叫 process context 哈，那 process context 这这种你比较熟了，就是说你一个像这个 process 哈，那再再重新思考一下，静态的东西叫 program 哈，所以就是预先。 你透过这个 GCC 啦，透过 Compiler，对不对？好，帮你产生一个执行档。好，所以它会就是一个什么？它大概有一个一个期待的一个编排方式。好，那但是呢，真正执行起来是怎样？是透过 Loader 啊，一个一个系统的载入器把它载入到整个，透过就是做系统把它载入进来好，那这时候呢，变成一个 Process Context 啊。那 Plus countess 呢？有可能怎样？执行到一半，它就停下来，或是根本这样？根本就是没有机会执行到。有没有可能有啊？那但是它还是占着空间。有没有这种东西？有啊，这個、东西叫什么？中比僵尸形成啊，就这种东西啊，就是它其实它是这样，它它它有占着空间啊。那它有，而且甚至它可能还不止不止有一个啊。那但是呢？ 没有机会的呀，没有机会结束啊，就是他一直占着这个资源，但是但是这个他也没有做什么有用的事情啊，但是他就是一直霸占系统的资源啊，那会不会有这种状况？有啊，那这个也是这个 process context 一种啊，所以就像我们讲 process context 很多种啊，然后呢，再是什么呢？再是说我们讲这个 process context 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哈，就是我们刚刚讲过静态的东西是 program，被载入之后呢，成为动态的 process 啊，但其实 process 会有两个。 两个不同的面向，一个面向是什么就是在 user space 你所熟悉的部分。但是呢，如果执行在一旦执行到一个系统呼叫，比方说 write、open、好、mmap 这些都是系统呼叫，那这时候干嘛？会变得 process in kernel。mode。所以看到 process in kernel。好，所以还记得我们刚才讲啊，这个你们觉得头痛嘛？哈。 这个是怎么？就是我们开始学到，哎，什么叫 user m o r e 啦？什么 kernel m o r e 对不对？你看画图好像很老懂，但是呢，事实上会有什么 process in kernel m o r e 啊？process in kernel m o r e 它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啊。然后回回来回来,回来看这个啊，所以注意到呢，你不能只是说啊、呃、，execution m o r e 有 kernel m o r e user m o r e 那 memory protection 会有 user space、kernel space 啊。那你看啊、哦，底下讲的 space 在一地方是范围啊，所以会有个 kernel 范围。一般来说，这样 l i n u x kernel 的脐带注意到是期待。啊。 在不同的 Linux kernel 可能会有一些变革哈，所以 Linux kernel 期待是 kernel 占据比较高的位置啊，但 user space 呢占据比较低的位置啊，这是叫什么？这個、是以机体的保护、机体的切割去看的啊。但是呢，如果冲到我们是看它的模式，模式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能够执行的指令啊，所谓的 instruction 啊，或者说能做的事有没有它的限制啊？那一般来说限制比较少的会是什么？会是 kernel mode 啊。 不是完全没有限制哦，有有可能还有限制。为什么？因为你 kernel 底下的硬体可能不让你做事了，或是 kernel 底下还有别的特别的软体存在，比方說什么 hypervisor 啊、哦，或是一个呃 secure monitor。比方说，我们看一个情境啊、哦，这个情境在你的手机每天都会有的，像是啊、哦，像这个情境啊、哦，就说你看啊、哦。 呃，比方说你的作你的作业系统底层呢，它可能有一个 hypervisor 啊，然后呢，呃，再次你会有一个 trusty OS 啊，我刚才讲过 trusty OS 最主要的用途干嘛？就像你那些指纹啊，好，那些你的钱包啊，钱包的那个 private key 好，那你把它放在哪里？放在这些 trusty OS 上啊。然后呢，好玩地方是什么呢？那这两个 OS 怎么沟通呢？所以其实要透过一个特别的的软体啊，那它它也不是软体对，就是它肯。 它看起来就像一个硬体啊，所以它是一个分位啊，那所以注意到啊，就是，所以看我我的 OS 底下可能还有 hypervisor，hypervisor Hyper 底下有个有个 trusty 分位啊，这个东西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个什么未来技术？不是，你每天用的手机就长这样，OK 啊，所以注意到了，我们今天讲这些东西呢，都不是。 都不是讲那么神奇东西啊！注意到啊，神奇东西我是不会跟你讲的哈，因为有些商业机密不能跟你讲哈，但是等我现在跟你讲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什么？都是都是可以理解的啊，就是都是看得到的啊。所以呢，我们今天讲这个 process context 啊，它会有在 user space 的部分，但是也可能因为它存集到系统服务啊，所以它会有 process in kernel mode 啊。所以注意到啊，它的它的词汇就叫这个词啊，process in kernel。好。 然后再来，再来是讲这个多工啊。注意到那个多工这个词这个部分呢啊、哦，强烈建议你,你一定要去把这个啊、哦、这部短片看完哈、哦。这个这个这短片没有没有多长哈、哦，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思维哈、哦。其实这这件事很重要，因为你要从那个源头啊、哦、去去学习啊、哦。我们都很多时候我们学习的时候呢。 往往我们很难在一开始就接触到源头啊，啊，因为第一个你也不知道源头是谁在哪里了啊。第二个是说，呃，你可能是透过一种教科书啦，或者某些材料啊。但现在网络一个很棒的地方是，这些陆续这些，看这种低线的材料对吧？就是你可以存取得到啊。然后呢，在这个 c o b a t o 教授呢，他就他就讲到那什么呢？就是讲到讲到说，这整个哈，就是多供的那个。 等个实做的原则哈，他就会开始画图啊，那其实讲的非常清楚啊，强烈建议你把它看完好，那接着我们讲这个多工啊，那多工这个东西呢，难在哪里呢？难在，呃，难的地方是其实呢，其实你要搞清楚啊，我们讲多工的时候，不是只有讲排程啊，其实我们要去思考为什么需要排程啊，或者说这个排程到底在哪里出现啊？如果我们先不讲 Linux 的 schedule 哈。 在这个我们真实来讲的话太多了，好，像这个什么，像 nginx，对不对？它是一个 web server。那我说 web server 在做什么事情？它是如果以数学上来想，它就是一个 web 的 request，HTTP request，h t b s request，跟什么？跟应用程式之间的一个对应，好。所以我 request 进来就要有人可以给啊，给 response。可是 request 进来，response 不要立刻给给他给他回应，对不对？他可能要先。 先先 pending 啊，或者是先 drop 掉啊、哦，那可能下一次才把它进来啊、哦。那 h y p e r v i s o r 也在做这样，好、哦、，Virtual Machine 跟什么实际硬体啊、哦？那 Virtual Machine 可能有很多个啊、哦，但是实际硬体可能只有特定的资源可以做存取、哦、那所以呢，需要去干嘛？就要去调度啦，去重新去排班啊、哦。那我想这个大家在搭电梯的时候应该印象深刻吧，对对？就很多人要上楼啊、哦，你你可以跟这些。 呃，访客跟这些这些这些人们说，哎，你可不可以不要早上九点上楼啊？你可以早上十点再来上楼啊？对，立刻被被打死啊？对不对？啊？为什么人家九赶着九点上楼？因为就因为时间到没没有时，10, 就是九九点半或者是十点的时候，如果还不到没有到办公室干嘛？会会罚钱啊？对不对？啊？所以他一定要时那个时间来。你说为什么不七点再来？人家不想那么早起啊？对不对？好，所以你看到就是电梯再多还是会塞车。 好，那所以势必呢要有个调度的一个什么调度的演算嘛，调度的手段好，所以看到、啊、我们今天讲这个 schedule，其实就讲我们怎么去调度啊。那它你要搞懂它的这个映射的关关系。那同理，Linux 的这个 schedule，你也很清楚啊。我们今天这些不是只是要排十个、一百个任务，不是那么单纯啊。我们要去搞清楚我们所排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啊。那这时候要回去看上面这个东西啊。好 讲了什么？讲这个 execution context 啊，所以事实上我们 execution context 是很多元的，除了刚刚讲的 process 以外呢，其实还有一东西叫 interrupt context 啊。然后 interrupt context 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它本质上它是由中断所触发的，所以它是来回应中断。但是回应中断的程式很可能不是只是在科目里面执行而已啊，可能还有一一部分搭配什么 user space 的好，举例来说，你看啊，这个像我一只手机。 那我按下这个按键的时候，这个手机会干嘛？手机会亮起来，对吧？好、哦，那这个显然呢，按下这个按钮，它是一个中断，对不对？好，就是一个硬体的中断触发。可是呢，画面会亮起来，不是按下去画面就亮起来，对不对？显然要有对应软体要起来啊、哦。所以它做什么事情呢？从接收到中断，到把这个什么人机界面的程式唤醒。 啊、哦，那所以它其实需要很多城市的这个协助啊、哦。那这件事呢，跟排程有没有关系？有啊、哦。然后呢，你的电脑呢，是不是只做这个按了按键，然后这个人机界面会显示，只做这件事吗？当然没有，它要很多事要做啊、哦。所以我们要搞清楚说，哎、欸，什么时候要重新 re schedule，什么时候要做 context switch，什么时候要放弃一个任务的执行啊、哦。所以这件事就涉及到什么？ 这个多功啊，那多功呢还会看它程度啊，那它有可以是协同式的啊，协同式就是说，呃，比如说有点像那个接力赛跑一样啊，就是说，哎，我先跑一段，然后换你跑，那你跑一段的换我跑啊，这种接力赛跑啊。那另外一个就我们称为叫 preemptive 啊，然后以作业系统分类来说的话呢，呃，这个很有趣啊，就是我以前一直以为那个 cooperative 的作业系统出现的比较早啊，因为它比较好吃做，然后 preemptible pre 的 那个 p r e a n t i v e 的科呢比较慢才做出来哈，那我以前一直认为是这样哈，后来发现我去读一些材料哈，比方说呢，在一九六零代那时候在讲 time 的时候呢哈，一九六零一九七零年代啊，那种多那种绿油碳的论文哈，所以你可以告诉说那时候呢，其实有很多追系统哈的设计，它就是 p r e a n t i v e 哈，它一样它也是一个设计上的选择哈，所以呢，我们今天不能把那个不能说比较简单东西就比,比较早。 啊，那比较复杂的东比较晚啊，这个你会陷入这个样的迷失啊。要从哪裡来看这个需求啊？注意讲啊，不管是协同式多工还是这个 preemptive，我们称为叫抢占式多攻啊。协同式多工抢占式多攻，它完全只是需求而已啊，需求层面的事情啊。那我们等一下来探讨这个 Linux 到底是哪一种啊？Linux 适合哪一种？好，我们休息一下。好，那我们再去探讨啊，就是说，呃，我们讲到两种多工哈、啊，就是一个是。 cooperative 啊，协同式多功，一个是 preemptive，呃，preemptive 这种抢呃抢占式的多功哈，然后注意到呢，就是抢占式多功的实做复杂度是比较高的，好，但不代表说它是比较好啊，其实它恰巧是什么？恰巧是要看需求层面，好，呃，我们去思考，就是说什么时候呢，我们会需要呃协同式的多功呢？好，协同式多功就像刚刚提举例讲到说，它是像那种。 嗯，接力赛对不、哦、你做一段事，然后换我，然后我换你啊、哦。那你可能有听过一个词汇呢，它叫 “routine”、哦。好，这个 “routine” 很有趣啊、哦，就是因为教书呢，开始要干嘛呢？就是要把一些梗找出来嘛，哈、哦，因为就是就是要简单来说要找一些什么现成的教材啊、哦，然后就开始看一些历史典故。这个 “routine” 呢，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它可以追溯到一九六年代啊、哦。然后呢，“routine” 的想法是非常的单纯的啊、哦，甚至你用在西元啊。哦 这个这个什么这个这个在西元里面呢，你就可以很容易去制作这样的 coroutine 哈、哦，你不需要那个呃作为系统的资源哈、哦，你在这个单纯用这个语法就可以做出来哈、哦。比方说你用用 switch case 就可以做出来，对你没有看错，switch case 可以做出 coroutine 啊、哦，对好、哦，就是这时候你就要去参考你所不知道的西元哈、哦、，goto 跟流程控制哈、哦，这一半画重点。<coughs> 好，对，就这段啊，这段这段程码，好，所以你看到对，没有看错，switch case，好，只是看起来这个很奇怪，然后写起来很特别，好，那所以注意到呢，o routine 的实座，它可以最低限度，它可以像是一个语元，好，搭配一些 make 就可以实作出来，好，那它也可以搭配一些特定的韩式库，好，搭配一些呃系统呼叫，好，也可以做，好，所以它最大的好处就是说，它可以让你在很低的成本去切换。 那当然，它有个风险，就刚才提过它是接力赛跑的，所以如果有人没有接棒，或是接棒的时候没接好，那多功就会失效啊。所以注意到这个呃，形容是多功最大好处就是它好好实做，好，然后而且它代价千万的代价是很低的哈，就原则上的代价就是方 u 扣，甚至它就是一個 go to 啊，一个 jump，jump 指定的成本啊，但是。 如果我们今天回头看什么呢？Preemptive 呢，就它就不是这样的想法。好，我们来看一下 Preemptive Kernel Pre。Preemptive Kernel 的话呢，我们在底下有来探讨哈，就是讲到什么，讲这个 Preemptive Kernel 好，我们我们想要做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好可以在什么时间到好，的时候会切断到一个任务好，或者说什么呃，我可以依据不同的优先权好，那优先权高的任务总是可以什么？ 抢占优先权比较低的任务，好，这时候你可以去想一个情境，好，这个情境像什么？那个像那个以前不是有什么,什么山寨大王，对不对？就是以前那个那个在那个比较古老年代，对不对？好，就是娶妻嘛，就是两个村庄，好，那那个为什么那个娶娶那个媒人要在两个村庄里面？ 说媒呢？啊，这倒是很简单，因为如果你总是跟隔壁的邻居，哈、啊，两小无猜这样结婚，哈、啊，那都搞到最最后代什么？大家都是亲家，哈、啊，这个人呢会哪？人的基因的多样性会越来越什么？越低，哈、啊，那这些相关的一些呃遗传疾病就会越来越严重，啊，所以你需要一个跟比较住的比较远的去干嘛？去保持这种姻亲的关系，哈、啊，所以需要你去说媒，哈、啊，那需要这种聘金，这、啊、也是为什么以以前的聘金它的聘金要相对比较高，哈、啊，因为毕竟这个什么？咳咳 把女儿嫁出去啊、哦，这风险高。那接着呢，就会有那个山寨大王对吧？就是干嘛？就是抢亲啊！就你可以想“抢亲”这个字啊，“抢、哦、亲”这个字就是什么？就是 preempt preempt 啊、哦，就是他抢占好，就是你看啊、哦，就是明明人家就是过他的生活，对不对？明明就可以变成一对这个什么，就是不管是因为什么样的考量啊，总之他们最后比他应该要被你 变成夫妻的啊，但是你一个山寨大王出来干嘛？就打劫啊！那把抢钱、抢抢人啊，然后那个搞破坏啊。那其实这件事就是 preempt 啊。Ent, 为什么？因为你认为你重要，对吧？你你想你是一个什么山寨大王啊？你是一个那个你个抢匪啊？你认为你重要啊？所以呢，我注意到呢，preempt 它牺牲的是什么？它牺牲的是弱者，或者牺牲牺牲的是我们认定不重要的事物。 好好，那么我们了解这个基本的定义之后呢，我们就回来看这个 Linux kernel 的发展。好，那我们在这个我们 Linux 核心设计讲座呢，有有探讨一个东西叫 Print RT。好，那帮你帮你提醒一下啊，就是这个 Print RT 呢，在二零一九年啊，二零一九年正式在五点三的 Kernel 五点三啊，有整整合这个 Print RT。啊，这都是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 Linux 可以用在用在机械手臂上，Linux 可以用在。 火箭系统啊，在去年啊，去年这个这个什么 Embedded Linux Conference 啊，Europe 在这个，在这个法国啊，法国里昂办的这个 Embedded Linux Conference 上呢，这个 Arc 啊，Arc 的这个有一个有一个工程师啊，就是跟大家分享啊，怎么用这个 Linux 的 p r i n t RT 啊来控制火箭系统啊。好，那所以呢，注意到呢，就是说 Linux 的发展哈，其实它是一步一步的啊，因为 Prent e 了。 成本很高，就像刚才讲的啊、哦，如果你要总是要让什么那些抢匪哈，或者让优先权高的任务，它可以抢占低优先权任务，你要花很多时间干嘛？切换啊、哦，花很多时间打乱人家原本的生活，好、哦，所以注意到了，不是 p r e e n t p r e n t p r e n t i v e kernel 比较复杂，它就比较好，不是，它是要看这个需求啊、哦，如果这个需求存在，就像刚才讲的，这个东西在哪里存在？比方说火箭控制系统啦、啊，啊、哦，因为它就是时间到会有重要任务要执行，好，或者时间到，呃，或者说有。 优先权较高的任務，的它就要要怎样？它不管怎样，它就是指定的时间，在指定的场合，就是要能够被执行。不管现在的是哪一个任务啊，我就是要能够抢占它原本低优先权任务的执行啊。那原本的这个 Linux kernel 是这样的哈，就是说它有一个主态，就是 non preemptive 啊。Pre ive, 那它对应的 kernel 的主态叫做 config preempt none 啊。Non, 那为了好讲话，我们把 config 这个 这它是一个选项的名字哈，就是 kernel 的那个主态的名字哈。但是为得好讲，我就讲 preent num 好。Um, 那同理，这个叫 preent 好。Ent, 那还有一个东西叫 p r i n t rt 好。p r i n t rt 是什么？就这个词好，它是 config 的 config 的这个档案里面的名称啊，叫 config p r i n t rt 好。但是我们一般来说可以讲 p r i n t rt 或者 rt preent 好。然后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的系统呢是 n o n p r e e n t a b l e 也就是说你系统绝大多数呢时候的是不让你做 p r e p r e e n t i o n 的啊，因为做 p r e e n t i o n 是有什么是有代价的哈，会影响到效能那但是呢，你看哦，绿色的地方是 p r e e n t a b l e 是可以被抢占的、欸。这个好玩哦 n o n p r e e n t a b l e 的坑洞里面还是有地方可以被抢占的。好，这所以你看哦，这件事有没有觉得吊诡啊？哈，对不对？你看。 你原本会期待说 n o n p r e e n t a b l e 是说哎每一个地方都是 n o n p r e e n t a b l e 的好，那同理你会觉得 f u l l y p r e e n t a b l e 是每个地方都可以被抢占的，哎结果还是红的啊，所以你看 fully 就还是有地方红的啊，然后 non 竟然有东西是绿的啊，那这个东西是什么鸟呢？啊，就是说呢，在 p r e e n t a b l e non 的主态下，科农每个地方都不能被抢占啊。好 那当然，这样好处是很明显，就是好处就是，呃，你当下在做的任务就可以执行完啊、哦，不会三不时被人家打扰啊、哦，所以就是呃，preventable 就是 prevention model 设定成 none 的时候的啊、哦。那为什么会有绿色呢？当我回到 user space，就是我在 k e r n e 啊、哦、k e r n e 做事是不能被打断的，但是啊、哦，就是这个这个。 科诺做事就不能被被抢占的哈，但是呢，当我从科诺莫回到用户模的时候，这这时候怎样会 context switch 啊，然后呢，这会捋 schedule，那这时候就可以干嘛？这时候就可以让重要的那个任务先先执行好，所以当最绿色的地方是什么？是回到 user space 好，那所以呢，你要注意到呢，preemption none 的时候呢，只有只有在 user space 回到 user space 的时候可以发生 preemption 好，在这里。 只有返回 user space 发生好，然后呢，呃，后来呢，有一个另外一个做法呢，就是把这个 p r e e n 打开好，那它的手法是加入一些 p r e e m p i o n point 好，那我们顺便思思考一下，为什么我需要 kernel preemption？好，我们来思考一下哈，像 Linux 呢，你可以来把它安装一些什么呢？做一些音效的软体好，所以你就可以把 Linux 变成一个，就在你的个人电脑上装 Linux 好。 然后呢，你再装了什么？再装一些音效处理的软体之后呢，你的电脑就变成一个音效处理的工作站啊。那你可以在网上可以看到一些一些教材啊，就讲说我怎么在 Linux 上啊、呃、做这些音效处理。好，那音效处理呢，就会有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就是我们会在意的音轨，我们会在意的这个声音的处理的效果啊。所以它事实上呢，它也是必须在时间内啊，指定时间内完成特定任务，对不对？好，否则你人的耳朵会觉得。 这声音怪怪的好、啊，你明明在做混音啊，但是你好像跳帧啊，或者你好像这个什么这个讯号呢的的这个节奏不一致啊，所以我们对特定的事件、对特定的任务，必须要怎样，要能够去抢占啊，去抢占低优先权任务或者不重要任务啊。那所以呢 n i w s Korn 就有个做法，就是它就是就是 Preemption Point 啊，对照上面这张图跟下面这张图啊，上面这张图的话就是说。 只有在返回 user space 的时候才能做 preemption 啊、哦、，kernel kernel 本体是不允许做 preemption 的。但是在这个下面这张图呢，是安插一些 preemption point 啊、哦，就这边安插了，这边安插了啊、哦，这边这边啊、哦，所以这这是什么呢？就是说呢，当我安插的这个 preemption point 我就去检查，我执行，所以我一件事，我就执行到一半的时候，看一下有没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好、哦，那其实这件事呢，跟你我的生活是很像的，对吧？你看。 你要去上课啊？你你知道学 l e a 很重要，但是但是老婆的电话打过来，跟上课哪个东西重要呢？好，身为老师，我当然说的 l 的是很重要啊。对，你当然是学完再去接你老婆的电话，但是万一你老婆要生了，对不对？这个压力很大，对不对？好，所以就是你你比较折中方案是什么呢？就是我还是去上课。 然后我我多数的时候呢，就是听老师讲课好，那老师讲到一半呢，好像没有，就是讲一些垃圾话，比如说现在在讲那些垃圾话，我就来看一下我的手机哦，老婆有没有传讯息好好，或者说呃、欸、回一下那些什么长辈文好。那如果没有这些讯息的话，我低头回去再去去做我的笔记，或者继续回来上课。好，这个就是其实你我平常生活就这样，我们就是会有一些 p r e v e t i o n point 好。好，那所以呢，透过安插 p r e v e t i o n point，的确可以提升什么？ Linux kernel 的这个 pre 呃就是 preemption 的能力，但是付出的代价是很明显的啊、哦。也就是说呢，原本做一件事，它耗费的时间呢会更长，因为中间干嘛？就是中间要低头来检查，检查说哎、呃、有没有 preemption 发生啊、哦。所以这件事呢会涉及到一个东西叫 preemption count 啊、哦。然后这个 preemption count 呢，它本质上就是一个 reference counter 啊、哦。然后它是有一定代价的哈、哦。所以如果说你的 你很在意的地方是单位时间内能够完成的任务任务总量啊，是你最在意的事情的话，你应该要选的是 prevention n o w 啊，就是说我不允许让磕动 prevention 发生啊。Um、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你在意地方是一个互动的互动，比方说跟周围的装置跟硬体互动啊，或者是说跟这个它是一个什么？ 周期性的，就是我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做特定的事，而且要很准的时间做完。啊，像刚才讲音音效处理啦、火箭控制啦，或者机械手臂啊，那我就有必要去安插这种 prevention point。啊，好，但是你可以看到说红色的地方还是很多的呗，红色的地方是 non-preventable。那所以呢，这个 pre-RT 的目标是什么？让 kernel 每个地方都可以被打断啊，被被呃，不是打断这个词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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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具体啊，就是被被抢占那。 当然，这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哈，就是变得说时时刻都可以被打断的话啊。呃，以网络来讲的话，我们之前有测量过哈，就是如果把呃 PRT 的主态打开的话啊，那原本的那个 Throughput 呢，大概会下降一半，TCP/IP 的 Throughput 会下降一半哈。那如果说是一些图形处理来讲的话，它冲击更大哈，它的那个 Slowdown 可能会超过百分之五十啊。但但是意要我们讲的是那种什么？是像这种呃。 TCP/IP 啦，好，或者说像 Graphics，它本来最佳化的情境就是针对这种地方去最佳化，好，但是你现在可能打开这种，好，所以势必呢，我的网络的处理方式啊，或者是我的图形处理方式就要不同，好，所以这个东西也是在这个 Linux 核心设计 p r i n T，好，这个地方有特别去探讨的，好，那 Linux 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Linux 会给你好多选项，好，你说你问 Linux 到底哪一个，好，这三个都是 Linux，好，Linux 是给你选择。 好，那 Linux 跟很多操作系统不同的地方也在这里。哈，以 Wind 來 Windows 来讲，Window 呃 Microsoft 可以为了手机开发一个什么 Windows 七 Windows Mobile 啊，Window Win、呃、d Microsoft 可以为了伺服器开发一个 Windows NT Windows Server 啊，然后 Microsoft 可以为了这个桌上型电脑开发一个 Wind 95 Windows 九五啦，Windows 九八 Windows ME 啊，Windows XP 啊，那。 可以让不同的工程师开发不同的作业系统，这些作业系统也许只有 API 是相容的，也许只有一些呃城市的这些这个什么城市库哈可以共用，但是主体来讲，它的 kernel 可能都完全不一样。这是这是 Windows 好、哦，那同样的手法在那个有些作业系统，比方说 v x v o s 啊、WinUrn 好，也有类似的哈、哦，它针对不同不同的产品线，它开发另外开发一种作业系统，可是那个是不是，那个是尽可能啊、哦、都是用同一套。 source code，也就是说，我们的 Linux kernel 啊、哦，不管是用在伺服器、用在工作站、用在这个什么、用在这些云端，啊，用在手机上、用在那些呃网络装置上、用在这些机械手臂上，哈，你主体的程式码是同一套，但是改变不同的主态啊，然后编译出不同的这个的 system image，让这样的话是切换切换哈。所以这个是一个呃 Linux 设计上一个不同的一个哲学啊，特别注意到这件事。 好，然后呢，除了这以外的话呢，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啊，就是说这个 Linux kernel 的这个呃 kernel 的 preemption 的发展哈，可以追溯到2千零三年哈，就是说也可以看到说在二点六点零哈，那时候就开始有开始在讨论 preempt kernel 哈，然后一直到现在啊，就是看二零一九年啊 p r e n t RT 陆续整合到 Linux kernel 进去哈，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啊，因为它是把通用的作业系统。 转化成一个什么？转化成一个 hard hard real time 的的的 kernel 好，所以这个中间要改东西非常多，所以你看在画面中可以看到哈，不是只是改变这個排程，好，要这个包含说终端的处理啦 i m p u t text 啦，好，排 RT i n h e r t a n c e 啊，好，然后那个什么 p、er、r e e m i t RCU 啦，i R Q 啦 t a r e d i I R Q 啦，诸此类之间好，甚至还要需要一个什么对应的新的这个 schedule schedule ETF 这样啊，就是处理会出现好。 那接着我们再继续探讨，好，探讨什么呢？探讨这个，嗯，这个啊，那我们讲这个多核，哈，多核处理器，多核是一个比较粗略的一个称谓的啊。那是让我们要看它的架构啊，啊、呃，那你可能有听过一个词叫 SMP 啊，对称多处理器啊，SMP 对称啊，symmetric。 好，那所以你看到什么叫对称？你看，处理器 A、B、C 看起来怎么？看起来都一个样。好，但是呢，你看另外一个东西叫非对称。好，注意到哈，对称跟非对称是一个相对词。好，它它不是南辕北辙哈。好，那你看哦，这个 S M P 啊，S M P 来讲话呢，好吧，你讲什么？你也可以把它叫 A M P 了哈。那这 A M P 跟 S M P 啊，这两个东西，你可以看到很显著差别哈。这处理器看起来就什么？ 就不一样，对啊？就是、说这个处理器这边做的事情跟 A 做的事情跟 B、C 就不同，对不对啊？而且，kernel 执行在哪？kernel 执行在处理器 A 哦。好，那 B 跟 C 呢，看起来没有 kernel 啊。但是呢，SMP 来讲话，A、B、C 上都有 kernel 所以你重新看、哦，昨天看到这以 MP 的情境，kernel 执执行在同某一个处理器上啊。那其剩下两个处理器呢，执行不同的程式啊。所以。 除以器 A 跟除以器 B 啊、哦，它两两者呢，它本质上看到的东西很不同啊、哦。但是你可以看到说，呃，除以在 S S M P 的情况下呢，这个什么除以器 A 跟除以器 B 啊、哦，看起来它的内容都是什么，都是有 kernel、有 process one 跟 process two 啊、哦。所以甚至它们读到的机体的空间可能都这样，都是相似的啊、哦，或者根本就是一模一样的一个范围，啊、哦，有没有可能？有啊、哦。那你说、欸、这样的这样的东西？ 不过只是画个图还是这么难的啊、哦？这不要小看这些事，这个东西可以讲很多哈、哦。事实上，我们在 Linux 核心设计讲座呢，我们已经花了超过十二个小时啊、哦，来讲什么呢？来讲这个多核啊、哦，讲同步，讲 s c a a b i l i t y、哦、啊，其他的问题都都是在 SMP 相关的议题上啊、哦。那这个东西呢，请你参参考这个什么、啊、Linux 核心设计讲座啊、哦，讲这个多核啦、s p i n l o k 这这些议题上。好，那么首先来看这个。 这个多核啊、哦，那这个多核呢？其实你刚刚说呢，其实在克隆里面有一大堆那种，光是 spin lock 就有一大堆什么 spin lock unlock 啦，然后 irq store 啦，button have 啦，enable 什么鬼的哈、哦。然后所以，说实在，你会看到什么呢？其实你要搞懂啊、哦，搞懂这些需求啊、哦。那这个东西呢，就跟同步机制有关啊、哦。那还记得我们刚才有讲 semaphore 跟 mutex 哈、哦，就很多人会把什么 binary s e m p h o r e 就说它就是 mutex 啊、哦，那。 这个东西呢，我就只好回答的么，就是有个东西叫什么寄生与和生量，对不对啊、哦？如果呢，binary semaphore 就是 mutex，或者 mutex 就是 binary semaphore，那我干嘛要再发明一个 mutex？mutex 发展不是啊、哦，是先有 semaphore 啊、哦，因为 semaphore 发展它其实怎样？你可以看到说它的定义，它就是完全数学上定义，它什么定义怎么来的？它就是一个 counter，对不对？好、哦，所以这个 counter 的初始值可以是零，counter 初始值可以是一，初始值是二或者是更多的啊、哦，所以本质上它是一个。 Counter 啊，所以你看那个 s e m a n h o r 啊，不管哪一本书哈，他描述一般他是他用的那个定义哈，基本上都是很数学的描述。可是 s e m a n h o r 呢是啊，然后 m u t e s 是后来才发展的啊。m u t e s 的发展就是为了做什么？Mutual Exclusion 啊，他特别去发展的啊。然后呢，这个 m u t e s 在于方是什么？它在于说对一个资源上锁啊，而且呢，它有拥有者的概念，就是谁去上锁，就谁能够去解。 好，所以这个东西跟本质上跟 s e m 是完全不同的啊。s e m 它同它的实作机制是通过什么？通过 Counter 去实做出来。啊，我确保说，不管是生生产者消费者的情境，啊，或者是说这种呃那个什么，<coughs> 有多有那个共享资源的那个议题上，啊，那我们只在意有多少人可以通过。啊，可是 Mutex 在意地方是我我根本不看数量，我只看持有人是谁。 啊、哦，所以你看到这个 set m u t e s 它所着重的问题是完全什么不同的问题？好、哦，所以很多人问他说，哎 s m i n f u 跟 m u t e s 有什么差别？啊、哦，其实很简单，你可以先回答，他们是解决不同问题。好、哦，好、哦，所以你看底下是区分 m u t e s 跟 s p i n f n l 因为我解决问题不同嘛，对不对？好、哦，所以你可以注意到这个东西啦。好、哦，所以这上面有去特别去描述。好、哦，那当然这个东西基本观念搞懂之后呢，你说哎、欸，这个东西跟多核什么关系？哈、哦，你要先搞懂同步。好、哦。 然后再看什么？好，这时候来讲，你有兴趣的多核啊。光是这个呃，光是什么呢？光是光是去实做对嘛实做这个 spin lock 啊，来看一下这个 spin lock 啊。那我们我们在 spin spin lock 实做的时候呢，在多核的时候要特别去想啊，就是说你看到我画画面中看见看见看到 CPU 编号的编号一编号二啊，然后呢这。 我们想要存取东西呢？你看到、哦、这个三个 CPU 上，啊、哦，他们是共享什么 m e m o r y bus，啊，所以这张图注意了哈、哦，这张图看起来很丰富，对不对？啊、哦，但是事实上它对应的这个啊、哦、不是这样啊、哦，这个啊、哦，就是它对应的东西呢，其实是这个啊、哦，所以你看到这个处理器 A、B、C 都可以干嘛？都可以存取到同一个机体范围，啊、哦，对吧？所以就对应到这张图啊、哦，那可是问题来如果你没有 给予限制，然后让这个处理器呢随便去读取的话呢，这个结果就会错的，对不对？一边想要写，一边想要读啊，那或者说写了之后还没有更新，然后另一边就硬要去读啊，那那就会发生怎么错误的结果啊？所以呢，我们就会需要一个什么？需要一个 spin d o c k 好，可是很不幸的地方是，是在实做 spin d o c k 的时候，除了要考虑到这个刚刚讲的 counter 以外，好，你还要考虑到什么事情好，比方说你需要一个 test and set 这样的一个什么？ Atomic instruction 啊、哦，而且呢，你还要考虑到什么 cache bouncing 啊、哦，这个这个 cache line bouncing 的这个效益啊、哦。那这个有这个这个这这个讲、這個、座呢，我们有特别去探讨。好，所以你可以知道一件事說，说我们今天讲这个多核的时候呢，不是说好多个处理器这样就结束了哈、哦，我们要会很多议题啊，比方说多核跟 H s p a c e 多核跟 spin d o c k 多核跟排程，多核跟 thread 啊、哦。所以它是很多议题会把这样把放大，所以。 你会先了解一些基本概念，然后再多核加上这些东西去去把它出，就是呃把这些议题都考量进去啊。那在下面呢就更探讨更多啊，比方说多核啊，比方说以 S N P 啊，S N P 跟中断啊，还有中断的这个处理流程有没有有没有影响啊？像这个像这部分的议题啊，然后呢以及说如何针对多核啊去特化。 一个有效的这个 s p i n d up、哦、啊，这就是我们所在意的议题啊、哦。那这个议题的下一个呢，就是 scalability 啊、哦。那我们先来定义什么叫 scalability 啊、哦。scalability 的话，就是说，呃，你的整体效能可不可以随着硬体的增长而而比例性成长啊、哦？所以关键是比例啊、哦。比方说呢，呃，假设你现在啊、哦，回想到你是中学生的时候，假设呢，一个每一个月呢，你老爸给你一千块啊，一千块干嘛？ 一千块当零用钱啊、哦，所以呢就模拟、哦、考啊，模拟考考试的时候，预估可以上那个台大同步系，哎、欸，结果你老爸呢一个月就可以给你五千块，哎、欸，结果模拟考考试的时候，哎、欸，结果你可以上台大职工，所以你老爸想，哎呦，那我如果如果给给给给我儿子我女儿一个月一万块，那我是不是我我儿子女儿就可以上台大医科？如果说真的，你老爸真的从 一千块、五千块、一万块，好，而且你真的考上从台大土木、台大电机考上台大土木，啊，这这样的比例，对不对？啊，就是就就就显著出来，啊，这就是什么？这表示这样的投资这样用，好，但是很不幸的哈，多数的时候呢，不是投了钱就有用嘛，对不对？好，因为你还是有你对电脑有爱嘛，对不对？好，你就是你虽然知道这个考上台大医科可以这个光宗耀祖啊，但是你对电脑的爱支撑了你，好，所以你还是想要干嘛？想要投入电脑这个产业，好，所以你跟老板说，哦，这个。 我我没那么高的要求哈，就是台台大电机哈，呃台大电机我不建议要哈，台台大资管我也可以接受哈，类似这样啊。好，然后呢，这个所以 s c a p a b i l i t y 在意的是这个比例。那有趣的地方是什么？这个比例为什么达不到好，往往是干嘛？往往是因为资料的竞争啊，就是这这个嘛，这个这个这个竞争资料啊，这应该写资源啊，就是竞争资源跟这个 luck 好，而其实 luck 里面呢，有一部分就是跟什么？ Catch c o h Protocol 好，这个在这个后面有讲啊，所以这个这个什么，这就是棋子跟筛子好，所以这个从这个韩国瑜先生啊，我真的获得很多灵感啊。那这个而且呢，我我在看了这个韩国瑜先生的这个什么电视辩论的时候，突然变得，哎，我觉得我也是韩，我也是韩流哎好，怎么样？你看那皇帝啊，皇帝的孙子叫什么？皇帝的孙子叫不是皇帝啊，是这个皇帝啊，皇帝皇帝的孙子叫叫韩流。 字字寒流啊，哎，为什么？为什么一直找不到啊？这个你看《山海经》里面呢，这个皇帝的孙子啊，叫韩流啊。所以这个，我发现这个韩国先生啊，这个电视辩论啊，其实给我很多灵感好，那总之呢，就是说呢，这个我们讲这个 s c a p a b i l i t y 啊，这个 s c a p a b i l i t y 你要搞清楚是什么东西让你没办法到比例线这上啊？因为人呢，要人要凭着直觉去设计出一个线性东西啊，比方说投入更多资源，或给他更多的硬体。 硬体的这个执行环境，啊，就硬体执行环境变得更好，然后我好像能够做事要增加，但是对不起，往往呢跟你的直觉是违背的。这个原因就是什么？刚刚讲 s c a p a b i l i t y 的议题，好，那这个 s c a p a b i l i t y 的这个解决方法有很多面向，好，不只是手法很多，而且面向很很多，好，当然你要从 user space、kernel space，还要从从整体的硬体架构限制，好，那在我们这个来讲的话呢，就是对应的呃历史核心设计的讲座呢，就有帮什么啊、呃，前台同。 浅谈同步机制然后就是对，就是什么 fine grain 啊，c o a s t grain 啊这些，好，然后讲这些 luck 好。那除了这以外的话，就是有这个 RCU 啊。那 RCU 的话，你要去搞清楚说它的这个同步机制啊，就希望不要有 luck 好。你说，哎、欸，奇怪，为什么在这个 Linux 核心设计讲座有一大堆政治的东西？学做英雄就是为了干嘛？就是为为了了解了解政治好。你想，什么是政治？在中学的课本上写。 政治是什么？是众人之事啊，所以你要想，其实作业系统啊，你为什么对作业系统认知不够呢？很可能是因为你的电视看还没看够啊，就是像我以天那我看电视啊，因为我老婆是我老婆是记者嘛啊，就是我不看电视，我老婆以为因为看一电视那所以这个这个，其实你要想一想这个事情啊，就说、是、我们学作业系统啊，往往就是什么，就是你要一堆资源嘛啊，还记得我们刚刚讲 schedule，schedule sch 在做什么事情？就是你想要做的事情是一堆什么一堆任务，但是你的资源就这么宝贵啊，所以。 我一堆想要做的任务，一堆 task 跟 resources 之间的 function，就是叫什么，就是一个 schedule 啊。我决定怎么去分配，我决定怎么去对应啊。所以我们讲的是 mapping 那像我刚才讲的 scalability 呢，很大的问题是因为那些 luck，是因为这些竞争。那有没有可能没有 luck，但是整个系统可以运作啊？luck 不打 luck 啊，的确，这个是整个作业系统的 Linux 作业系统的什么？ 一个共识，好，那而且这个共识呢，在什么呢？就是在九二共识发布的十年后发生的，好 l u c k 不打 l u c k 好，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好，所以呢，其实我们看到九二共识呢，其实对我学习做系统有很大的这个影响。我说靠，那个你想说你你可能想要骂骂三字鸡的对不对？好好，放心，后面后面讲的东西比较震经的啊。好，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这个讲座呢，请参考这个这个地方来啊 <coughs>。你知道这还有一个好处哈，就是写这种话的话，这个对岸的。 对岸的朋友就比较不会去抄袭嘛哈，你知道有时候那个对岸的朋友，那抄了之后呢，就是抄了之后还还不给你出处啊，还把你内容改掉啊，好不好？对，但是你就多写一些这种话，他就不敢抄，对好，那所以这边呢在讲什么呢？就是有没有可能完全这样，不要 luck，但是我还是可以达到一定的头部，好，所以你看到、喔、像 Spina，它本质上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高成本的，好高成本的一个 luck 机制，好，就像原子咨询一样。 但是，但是，但是，神奇的地方来了哈！RCU 啊，RCU，RCU、啊啊、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好，对不对？下面不要讲了，呃，不对，下面。好，我我们要讲一堆 luck 桌才能把它讲。RCU，、啊、对不起啊，RCU 在哪？好，那这个你看到、哦，我我们到了，你看这个边共比啊、哦，已经到了这个什么？你看右边的卷轴啊，已、哦、经已经到了尾声才，其实到了这个呃。 可能剩下四分之一，他开始讲 RCU 为什么、哦、因为这道题呢，我们必须要了解现有 luck、哦、所以，说 RCU 的存在不是来取代刚才那些 luck，不是来取代什么 sequential luck、哦、rewrite luck 然后不是来取代那些什么 spin luck、哦、不是啊、哦，而是你要搞清它的场合。RCU 它并不能时时刻都在用、哦、不行啊、哦。所以，注意到我们今天讲 luck 呃，这个刚讲 luck 不打 luck，我们需要一个情境，要搞清楚什么情境能够产生什么、啊，不用 luck。 但是还可以确保资料正确啊，所以事实上呢，你要搞懂它的情境哈，所以 r c u 它其实用法呢是会有很多限制的啊，所以事实上这也是为什么 Linux 课 l 还是有一大堆 luck 啊，因为不同 luck 啊，不同的 luck 有不同的适用场合啊，所以这也是在各位学这个做系统比较困扰的地方，你要你是学做系统的时候，往往是怎样，你可能从恐龙书开始学习啦，或者看一堆教材哈，所以你会知道有好多机制，所以你就。 好像在囫囵吞枣啊，花那么多时间背诵啊，但是你一直搞不清楚到底什么时候用啊，或者说书上面有想哦，什么时候用什么缝，什么时候用 spin lock，什么时候用什么的啊？那书上会跟你讲这件事，但是你有机会自己去验证嘛？你有机会了解说不这样用会遇到什么样的限制嘛？可能没有什么机会啊。那这個就是一个比较悲哀的地方啊。那我们在另一个核心设计讲座呢，就希望说带着大家去体会啊，为什么这些设计会存在啊？所以我们就真的去。 动手去做一些实验，然后去去规划好。那我们也有对应的一些那个那个呃作业好，对不对？写作业才是本体好。好，那所以注意到呢，就是 Linux 有一堆 l u c k y 的机制好。那这个 l u c k y 的机制它会有付出代价，它有的成本比较低啊，但它的这个适用性会不同，或者说它有一些 Luck，比方说有个东西叫什么叫绿带 Luck 啊。 这个啊，那绿大 lock 是个特化 lock 哈，它针对不同的情境啊。好，那 RCU 呢？针对情境呢？注意到，我刚才讲过了啊，它是一个很有限的一个情境啊，所以它事实上它不能时时刻都在用啊，所以这特别特别要要注意到这件事啊。虽然这个讲座叫做 RCU 同步机制好，但是我们要先搞懂 lock 的成本好，然后呢，那你也可能要知道一些基本道理啊，像一些 USL 啊，或者 u n d e store 这种东西好。好。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呢，我们还会有一个还记得刚才有讲到这个 catch coins 好，那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文章就讲这个啊、uh,，spin d u c k 的什么，从这个 catch coins 讲这个 spin d u c k 好，那是上要维持这个 catch 的这个一致哈，其实你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哈。然后对这个好像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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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些 spin d u c k 好是是要有代价好，那这边就有一些数学模型，对没有你没有看错，学历史课呢也要学数学的，Markov 链啊 Mark ian, 好，然后呢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泊松分布，特别怀疑就是那个基于统计会看到东西，对不对好，又出现了，对不对啊？好，那所以这边的话就是有一些估算，然后大家把它去做这、那个呃形式化好，在很多人对 l i n u a r k e r e 的概念，就是尤其在台湾啊，就是会觉得啊 l i n u a r 学写个 D V 的 drive 啊，会 k e r n e complete 啊，会做苦工就好了。不是啊，要換会会会数学啊，要能够算得出好，它中间的观点好，以及它在尤其我们在探讨 scale 问题的时候，知道什么是 c o a p s 好，这个东西很关键好。 对，那可爱数学又出现了哈。好，那这个一样啊、哦，一样呢，请大家来参照相关的材料。好，那接着在在这个讲座呢后面就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个 Linux 核心的发展。好，那 Linux 核心的话就是呃 GPL 第二版啊。所以呃，GPL 事实上呢已经推出到在两千零七年的 GPL 推出第三版啊，GPL v3 啊，但是 Linux Kernel 啊。 本体上它是 V two，也没有 V three 的那个演化的呃，就是固定在 V two，哈，没有没有到 V three 哈，因为 V two 跟 V three 是怎样是概念上是冲突的，好，所以你们看到有些那个授权条款是说 V two 或以后，好，就是 V two or later，好，但是 Linux 可能是 V two，那 Linux 没办法改变这个授权的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有很多。 Linux kernel 的贡献者，他可能不在人世啊，已经已经是天堂了啊，所以没办法要求这些开发者啊去变更授权。然后呢，再是那个 GPL 第三版啊，其实对于那个授权的要求比较多啊。那这件事呢，在 Linux 核心内部呢有很多讨论啊。那讲结论就是说。 嗯，后来大家还是希望说维持在现行的那个模式啊。那注意到呢，Linux kernel 的这个开发的那个周期啊是很快。对你没有看错，每三到四个月就会干嘛？就会有人来准备发布新版本。三到四个月，天哪、啊，对不对？你看这三到四个月，肚子都还没凸出来，对不对？好，那这个这那个从着小孩子着那个什么受精卵着床。 到那个肚子大起来才刚开始要大了，对不对？又开始出新版啊。然后呢，注意到呢在 Linux Kernel 有一个文化叫 Merge Window。什么叫 Merge Window？就是说，呃，因为 Linux Kernel 的开发者呢，活跃的开发者就有好几千个人啊。那这个，所以这这个好几千个活跃的开发者啊，那他们会做什么事情？就是说，呃，他们会去贡献啊，贡献，比方说网路啦，贡献很多档案系统啦诸此类这些啊。然后 呃，那问题啊，就是 Linux To Us 它要在呃，比方说每三个、每三三个月、四个月要发布一个新版本，好，那所以呢，他们又会用,用,用 Git 好，让你干嘛？先去把你的修改好聚焦在某一个分支上啊，所以比方说有一个分支，比方说叫 Net 叫 Net。 好，那有些比方说某种档案系统比方说 b e t a f s 好，就某一个档案系统实作叫 b e t a f s 好，那你就把修改在 b e t a f s 这个 tree，那或者说网络修改在 net，然后呢，或者是你 IRQ，好，你那些中断处理，好，那所以呢，它就会各自有不同的 branch，好，那后你要把它整合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冲突，对你用 git 的时候会有 merge，会有这些 conflict，好，或者说有些修改的是前后是矛盾的，好。 不是指城市码错而已哈，就是有些城程式码的逻辑啦、啊，或者或资料结构啦、啊，演算法的，就是前后矛盾的东西哈。所以呢，我势必需要一个专门的一个机制啊，就是说，哎、欸，去解决这些冲突啦、啊，解决这种前后矛盾啊，或者是某些功能可能就是决定要放弃啊，或者用用另外一个机制去取代啊。所以 Merge Window 的这个重要是在什么？就是把关啊，就是说我把这些修改不同的功能的修改，把它汇总起来啊，然后所以。 呃，一般来说，像刚才讲的，可能会有一个 merge window 专门处理这些网络相关的啊、哦，处理这个 IRQ 相关的啊、哦，那处理这些呃档案系统相关的啊、哦，然后呢，那这些东西处理好之后呢，再把不同子系统之间啊、哦，再再个嘛、啊，再把这些修改汇总起来啊、哦。所以 Linux p l u s 其实你看到它写成是最多的時候在干嘛？就是把这些不同的修改合并起来啊、哦。那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Linux p l u s 在合并的时候呢，它就会干嘛？就会给你一些。 一些建议来，会去讨论。好，那这个我们在你所不知道的戏园，你所不知道的戏园，你我们的讲座呢，就举到这个例子。举到什么例子呢？Linus 教你戏园。好 <coughs>，Linus Toas。好，指标篇，指标篇呢，你们可以找一找一个东西，找一个就是找它的大名啊，Linus Toas，Lin 这个好，那这个。 就真的教教你怎么用 C 语啊、哦？好，那所以这个真的、這個、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在二零一五年啊、哦。这个 David Miller 啊、哦，那 David Miller 是 Kernel 大概前五大哈、哦，前五大的贡献者啊、哦。我们讲的是他的频繁度啊，就是讲这个贡献程式码的频繁度，他、哦、是前五名的。那所以你看到、哦、David Miller 他就是他有一个什么 Linux 四点三的 Merge Merge Window 啊、哦，所以你就想要说，哎，四点三要发布了，准备要发布了好，现在会诊大家的意见啊。哦 然后把一些刚才讲的冲突收集起来。好，那这时候呢，Ninja Toads 呢，就所以 David Miller 是干嘛？是负责把这些东西收起来的啊。那 David Miller 他自己负责的是，主要是跟网络啊相关的。然后呢，所以 Ninja Toads 看到什么？哎、欸，看到这个 David Miller 的工作好，看他看这些 Pull Request，好，看到这个，看到这些修改内容好，然后他就下一个评语好，说啊，这个什么，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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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個、愚蠢的 bug。 对好，说你怎么这个这个？How dare you？对你怎么怎么个把那么这么废的东西把它拿出来？哈，这还是吧？还还还是在底下呢？还还问候一下啊？说哎呦，这个什么这个这个这个人哈，就是提交变更的人哈，我对你感到遗憾遗憾呐、啊！你怎么会犯那么这么蠢的错啊？然后就然后后来另一个图案就讲哇，这个什么？ 怎么？你连语言都不会写啊？搞屁啊！的类似这种话，好对，啊，就是因为他的节目比较火爆啊。这但这几年那个 Linux 还是比较比较客气的哈。好，所以注意到了就是说这个，我们今天讲这个 merge window 好，就是讲这个事啊。所以你了解这件事其实很关键啊。关键地方是什么？呃，不要被它版本吓到了哈。因为，嗯、呃，比方说选择 r n 可能。 呃，比方说做产品啊、哦，那你就要搞清楚，哎，我这个做产品的时候啊，啊、哦，这个什么做产品的时候要选择的 kernel 啊、哦，那你可能就是假设你是系统整合业者啊、哦，那你就要搞跟你的这个 SOC 啊、哦，跟你的平台供应商搞问询问啊、哦，呃，你是哪一个 kernel 啊、哦？像你在画面中可以看到说这个这个网站是什么，这是这个 Linux kernel 的。 各式各样的版本啊，那你看最新版本，最新的稳定版是五点七，五点五点七啊，是属于这个分支的啊。那开发这种东西五点六啊，五点六，然后 R four 啊，所以它是一个什么候选版本啊。然后你看到这个很狂啊，就是五点六有，五点五也有，五点四也有，四点一九也有，四点九也有，三点一六也有啊。然后这个东西是什么底下这个这些东西呢，就是 long term 啊，turn, 就是这个。 Long-term support 科科农好，所以它也叫什么？叫 LTS 啊。所以呢，你要搞清楚什么呢？就是以做产品来讲的话，你要搞清楚你选的是 L LTS 啊。所以举例来说，像那个呃，像一些工业控制啊，比方说那个 NSP 哈。这个总部在欧洲的 NSP 公司啊，那它的主要的客户啊，就是一些车用的厂商啊。那 NSP 呢，它就比方说它就会选什么？选四点四点一九。 啊，作为什么它的 l o n g e r m support k e r n e l 啊，然后这个四点四点一九这个分支呢就很有趣啊、哦，所以你看到后面数字，什么一零七啦，它就一直跳啊。那它有另外一个 l o n g e r m support k e r n e l 是四点一四啊，所以一七二啦之类的，它就 l e e l 就是跳啊。那这个 l o n g e r m support 的意义在哪里？就是说呢，啊、呃，因为作为系统要去解决一些什么安全的问题啊，或者说呃用新版突破券会编译失败啊，好这种这种问题啊，或者说呃这个厂商之间有一些。 一些特别要求哈，希希望说 l i 基金会的的开发者哈，或者或者说指定的开发者可以帮忙什么把这些必要的安全更新啊，或者是把必要的一些呃功能性的修正哈，他们不在意说整体效能会不会突破哈，因为整体效能突破可能是五点六哈，或是五点五的这个分支在意的事情哈，但是以这个四点一九来讲，或者四点一四来讲哈，在 l 地方 e c o 这呢啊效能啊，或者编译上啊或者说一些。 工具上的一些整合上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问题？好，所以呢，你跟他说呢，像这个三点一六啊，你看它就是什么，它就是 long term support 好，而且呢，support 到什么时候呢？它就 support 到二零二零年的二月十一号好，然后然后这接着这个什么，这个 long term support 就停下来了好，那就是哎不对，这个 long term support 应该会做到什么？会做到会做到今年六月好，就是三点一六的克隆好。 好，那所以呢，你所以不要被这个 k e r n e l 的版本吓到了哈，你要搞清楚什么？搞清楚它的这个诉权在哪里哈、哦，除了 Longen、er、Support 的 k e r n e l 以外呢，像 R c 啊、哦，那刚才讲的这个候选的版本的话，你就要搞清楚说，哎、欸，它有哪些对应的 m e r c h Window 哈、哦，那强烈建议就去看哈、哦，看说这个这个 R c 里面呢，它有哪些 m e r c h Window，也就是现在 k e r n e l 开发者很在意的这个工作哈、哦，好，然后呢，再來次呢，这边就讲到说这个。 kernel 开发啊，其实 kernel 开发很有趣，它就是一个分散式的一个架构啊。你可能看过网上一些图啊，讲说这个呃呃，Microsoft 总部啦很豪华啦，Oracle 总部很豪华啦。那请问 Linux kernel 的总部在哪里？就是 Linux 头发直，呃，他的跑步机，好，当然是这个笑话了。但是这简简简单说这件事，说明什么？说明整个 kernel 哈，其实它是不同公司、不同的很多的人的合作哦，但是呢，它又不是一个传统公司的去经营，它就是一个。 嗯，真的要讲的话，它是一个什么学习型的组织，就大家就就是一个，虽然大家可能彼此之间会有些利害关系，但是大家刚好有一个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兴趣啊、哦，也就是把 Linux kernel 强化、改善 Linux kernel 好、哦，修正 Linux kernel 问题啊、哦，或者说让 Linux kernel 可以持续引入这些新的特征好、哦，这是人们所在意的事情好、哦，即便这些贡献者彼此之间会有冲突啊、哦，比方说什么冲突呢？Linux kernel 贡献者会有 MD。 也会有 Intel 公司的，那 AMD 跟 Intel 对,对这两家公司是竞争对手啊、哦。同理，这个 Intel 跟 AMD，呃，跟 ARM 也是什么竞争对手？好、哦，但是好玩，ARM、啊、跟 Intel 都投入很大的工程资源在什么 Linux kernel。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 Linux kernel 之上可以建构更多的生意，可以让他们晶片卖得更好啦。哦 可以让它整个生态系统变得更好，好，所以呢，这个这个 maintainer 来讲话，就有各式各样 maintainer，好，然后会有不同的 subsystem，好，就刚才提过 subsystem，有网络 subsystem 啊，又有,有 fire system subsystem，好，然后会有几个重要的人，好，所以你看，你可能会有一个什么，他会有自己的 tree，啊，還记得刚才有一个 David Miller 对吧？啊，他他就是对电脑网络贡献很多，啊，就是网络的子系统贡献很多，他所以他自己也会有一个什么，他会有一個自己的一个呃，有个 tree，啊，那这个所以呢？ 像 Linux t w o s 啊，跟 David Miller 啊，eter, 他们就会有一个 Merge Window 啊，就是针对下一个版本啊，或者特定的一个功能啊。那这个是一个初步要看的啊，就是一个一个一个架构哈。那注意到你不需要贸然去看那个 Source Code 啊，当然如果你,你好奇去看的话，建议从哪里开始看？从 Documentation 啊。但是注意到啊，Linux Kernel Documentation。 documentation 呢，其实进入门槛蛮高的哈，所以你可能需要懂一些关键字啊，比方说我们刚才讲一些关键字嘛，对不对？我们刚才讲的呃 networking 的关键字啊，讲一些什么 spin lock 啊，你要先懂一些关键字再去查这个查这个 doc u m e n t a t i o n 会比较好啊。然后呢，呃，再来提醒大家就是说呢，就是其实呢，第一手资料总是是比较好的哈，第一手资料也许不好读啊，但是第一手资料呢，它 有在前进啊，而且第一手资料跟原始开发者的想法比较接近哈，所以这个不要舍近求远啊，不要去 Google 搜寻老半天啊，然后才发现说其实 document 这 n 根本就写了啊，就是不要不要犯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犯这种错啊，尽可能参考第一第一手资料啊，这种这種我我很多这种经验啊，就是我花了很多时间去谷歌搜寻哈，后来后来我研究这些东西，我基本上都不太做做搜寻了嘛，因为说真的，有时候问开发者是最快的。 我说啊，不好意思问这个啊、哦。那说真的，人生有多少时间让你这边东摸西摸，Google 搜寻老半天，对不对？你想看，你作为工程师的价值是什么？做工程师的价值是解决问题，然后就干嘛？去增加收益嘛，对不对？好、哦，让增进人们的福祉嘛。好、哦，人们的福祉增加之后，你也会跟着变好嘛，对不对？好、哦，这是工程师使命。那工程师不应该帮一直帮 Google 赚钱，这不对，对不对？你又不是 Google 员工，那个天天 Google 搜寻，对不对？好、哦，这你只是帮 Google 赚钱而已，那没有。 这用公司的，尤其是公司拿公司的钱去帮 Google 赚钱，这是这是完全不不不合理的事情、哦、所以其实你要去想，我今天是要解决问题啊、哦，我解决问题要用什么手段？我的问题本身在哪里啊、哦 <coughs>？好，然后呢呃，documentation 看完之后呢，啊、哦、呃，下一个可以看的话，我建议是从 i n c 开始看、哦、很多人觉得 i n c 不是很重要，但是。 恰,好恰恰恰恰方相反哈，在我的观点是，因为影库里面呢有一些很特别的 macro 啊，那影库里面呢会有去规范哈，就是、说不同子系统啊，其实影库里面它那个呃名称啊命名啊，还有它的那些呃 function 啊，那些那个它的那个很讲究啊，那反而实作层面来讲话，因为实作手法很多哈，所以它没那么讲究哈。那影库里面光是看它的目录的分类。 好，然后光是看它有像这些不同的 class 啊，好，或者是不同的这个像各种 up t 之类的哈，那你就可以大概从它名称大概知道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地方好，而且 include 部分的变动的东西没那么没那么多好，就它会改，但是它不会一天到晚狂改好，那有些地方会狂改好，比方 fs 这个东西啊是更狂改啊，就是是你如果一开始看 fs，你你一定会头头头头会爆炸好，那反过来 include，因为因为 就是 k o t 还要保持一定的相容哈，而且 k o 它很多界面呢是比方说 p a r s 的界面，会要要去相容的哈，所以呢，其实 i n c l 它会改啊，而且它改的时候它有很多的文件啊，就是 i n c 其实在 k o 里面算这个呃做文件化做的比较多的哈，而且 i n c 的里面所做的这些文件跟 Documentation 可以对得上啊，然后呢，你在 i n c 看了一阵子之后，你应该会会找出一些有兴趣的部分，好，比方举例例讲，像我有兴趣的部分就在说像呃。 IPC 好，kernel 里面的一些 IPC 啦，好或者是一些记忆管理部分，好，那我就开始去看 kernel 啦，好看 IPC 啊，诸如此类的东西，好，或者是看一些什么呃安全相关的，好，但是千万不要冒然哈，就直接跳到一个木，然后就转转转的不要这样了，啊，其实先从那个。 一定的广度去看啊，所以你从 include 跟 documentation 切入是蛮好的哈。好，然后呢，再來是这个讲这个 kernel 这个架构啊，这个注意到哈，这张只是示意、e、图啊，你不要被这个东西限制住了啊。嗯，那只是一个分类哈，其实还说还说的还不如看这个的好。好，然后呃 a r c 啊，arc, 注意到不能不念 arch 啊，因为它是 architecture 的缩写，好像念 a r c 好。那 a r c 呢，这个目录哈是。 我们称为叫 top，就是 top level 底下的这个 arc 啊，那那顾名思義就是这些架构啊。那注意到呢，这个架构里面呢会有一些我们称为叫做 sub architecture 啊。什么叫 sub architecture 呢？就说像那个那个 arc sub，比方说这个 l i n u r n 核啊，像一些举这个举举举一个例子啊，sub architecture。Arch 像什么呢？use m o d i l e s 好吧？像这个 use m o d i l e s 来讲话呢，你在编译的时候呢，你在编译的时候呢，你会去指定它的 a r c 对，你会指定它 a r c 是，哎、欸，看这个，好，念错了。呵呵 比如说你在编译这个 “use molinos” 的时候，“use molinos” 好烦啊，有时候会找不到。嗯，那我写一下 “use molinos”。嗯，奇怪。好，这个。 Sub arch 啊、哦，就是说，呃，我主要的 architecture 是比方说是 u s e m o d i n e s 啊、哦，但是我 u s e m o d i n e s 最好还是跑在什么 s 八六六四的架构上啊、哦，所以它会有一个 sub architecture 啊、哦，呃，那同样的状况在一些 SOC 哈、哦、a n 跟 MIPS 有时候会遇到这种事情啊、哦，不过这算少数了哈、哦。好，那么再继续继续看啊、哦，就是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arch 好、哦，那这个 arch 呢，我建议不要贸然去看啊、哦，因为太难懂了、哦，因为真的说真的。 呃说，说真的，你真的要很熟悉可能才有办法去看这个哈。所以我有建议是，先看那个变动没那么大的部分哈。所以呃，比方说你可以先看 process 的管理啦，哈，或者一些集体管理这种啊。然后，当然有些东西比较 tricky 一点啊，比方说像那个 slab 啦、slab、slab，就是你不知道我在念什么，对啊。对个集体管理，集体、集体、集体。 好，在这个历史哈，克隆里面有三个啊，三个这个这个集体管理器啊，这这这个很难念啊。比方说，有个东西叫 slope 啊 s l o p e s l p e s l a p 啊，然后这这个都是反映到不同的历史啊，就是说，你看到这个呃九零年代的啦啊，九零代初期的啦，九零代末期的啦啊，然后到两千零八年到现在啊，从 s l o p e s l a p s l a b s l a p 啊，有三个不同的机体管理器啊，然后呢？ 这个东西呢，就还蛮有蛮有趣的，但是哈、哦，你在看懂它之前呢，可能最好先把我们那个这个什么 Linux 的这个基地管理啊、哦，这个这个什么这个部分先看过哈、哦，因为你需要一点基基本概念，否则你就贸然去看程式码，很很很苦的啊、哦，不能就看对了算你运气好，看错了你可能会错一辈子哈、哦。好，然后呢，再是像一些呃 block device 啊、哦，这个我们在 Linux 核心设计讲座之后来探讨好，然后再帮你说那个呃。 呃、uh,，file system virtual file system 的部分的话，你可以来参照我们之前有也有做讲座，就是呃，file system 的这个概念跟它的对应的这个的一些实作手法哈，那这边就会讲到一个东西叫 BFS virtual file system 啊。然后，那你就要看看懂它的这些界面啦、啊、哈。那甚至还要帮说你要知道这个档案的存取，你会有一些、呃、I ode, 的啊 i node information node 然后你会。 有一些 d entry 啦，哈，这个 directory entry 哈，然后还有一些必要的 locking 啊。注意到 fire system 里面呢有大量的 lock 啊。那呃，而且这个就档案系统真的是很难懂哈，因为档案系统的演算已经够难了啊。呃，你要能够解决那种刚才讲那些兼顾效率、正确性，然后容错好像，而且都很多很 tricky 东西哈，而且很多时候麻烦地方是你问这些开发者说他们怎么开发城市的哈，他们他们。 有有的开发者他就告诉你，他就是他加入的时候已经长这样了。啊，像我我之前去参加一些研讨会，我就遇到这些开发者，就跟他聊天了。哎、欸，你这个你是某某系统的每天的啦、啊，你怎么你怎么做测试的啦、啊，或或者你当初怎么想要这样子写啊？那他有时候就耸耸肩，很无奈说，哦、呃，那不是我写的，你知道，我是维护人的那个某某这个不那个是某某人开发的，或者那是他们之间某。 磨出来的，就是他有不同的想法啊。那所以呢，这这比较刚，所以导致什么？导致说你就算问到开发者，问到那些专业的维护人啊，他可能也没办法告诉你太多这个什么前因后果啊，因为他可能就中间才接手啊。那但是呢，有一些基本概念还是要有啊。你再去看这个这个什么这個、相关的议题，会比较比较会比较搞清楚状况啊。否则你光是搞搞清楚這個名词啊，什么 I know 的啦。 Dentry cache，然后还有 page page cache 那些哈。好，那这个 n e o k 的话就正还蛮复杂，我还在思考说这个 Linux 核心设计讲座该怎么去介绍哈。好，那再來是在这边投影片的话，讲到就是什么？讲到这个安全的模组哈。那如果你对五本投 n Linux 比较熟的话，你会看到这个，好这個、Armor 啊。那这个地方就是一个这个字是什么？这个就是盾牌意思啊，就是说呃，像城市。 崩溃啊，城市执行到一半的时候失效啊，或者说，呃，城城市程所要求的权限比它应该获得的权限来的大的时候啊，或者是阻挡机制啊，这个就在我们的 i t 内建的哈。那另外一个东西是 s 1 0 0哈，这有就这种这个跟 security 有关的东西，其实还蛮多元的啦哈。好，那接着我们来，就是上面刚刚讲的是比较那个粗略啊，粗略的一个说明来啊，就是我们。 我们花花蛮多时间跟大家讲讲比较高阶的观点哈，那今天我们要讲讲一个细部的切入点哈。那这时候我推荐一个非常好的教材哈，就是西南卫视大学他们有一门很厉害的课叫做 Advanced Operating System 哈。那这门课非常难得哈，就是这门课开了超过二十年啊，而且他培育了非常厉害的作业系统，比方说前面讲的 S Linux 哈，就从这门课的老师研究生好去带起来的啊。然后最酷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我我我真的看的每次看他们课就很感动哈，就是刚讲过，S 一0是他们的开发出来的哈，就是他他们教这门课，然后注意啊，这是什么进阶作业系统啊？然后呢，他们这一个课程你看到从第一周到第十周，哈，就是就是哎、欸、第最后一周是什么？最后一周是一是,是考试啊，哈，然后那个就是最后几周是什么？就是那个那个。 然后从总总之他们就上了十周了哈、哦，这个整个十周的课呢很有趣啊、哦，就是他授课老师呢就是比方说 Janet 啊哈、哦，或者这个 Kevin 啊哈、哦，那很有趣的地方什么呢？他们他们教的内容跟他们所用的教材，就是他们教材第一个是自己写的啊、哦，这台湾很多教授都可以做到这件事哈、哦，就是自己整理教材这 OK 啊、哦，但是最酷的地方是什么？ 主角往往都不是自己嘛，对不对？就让很多老师整理作业系统教材，或者很多老师整理什么诗词，对不对？好，你想一个教诗词的老师，好，结果他没有自己的诗词，不觉得很奇怪嘛，对不对？好，但是作业系统里好像常这样嘛，就是不写作业系统的老师在教作业系统，搞屁呀、啊，对不对？好，不就不就怪怪，对不对？好，但是让我感动的就是这门课啊，这门课的教材不仅是自己写的，教材里面所讲的作业系统也是自己写的啊，就是当然不是每个都是自己写，但是他们花很多心思，就是。 光是建构 S E 一 N s 啊，或者 S E 一 N 的之前的 OKL、OK、four 啊，或是呃早期的 L air four 发展啊，这些这这这这个什么这个呃授课教师他有没有参与到啊？不过比较可惜的地方是在这门，如果你去点这个 video 啊，很可惜，但是只有西南威尔斯大学的那个学生才能都存取的哈。但是你还是可以点选他的那个简报，好好，那你打开了简报之后呢，它大概是讲。 大概是长这样啊、哦，那 <coughs> 这个简报有一百多页哈，所以我们要每页跟你讲啊，我就帮你画几下重点啊、哦。一样，他从那个什么哦，这个 Peter 这个人要是不稍微介绍一下啊、哦、？Peter 是这个 CSIRO 好，那 CSIRO 呢是他的前身叫做 NICTA，有点像澳大利亚的公营院嘛好，那种好，那后来他们专门 compute science 的东西。 抽出来哈，叫 CSIRO，好，所以不然说 SE 有 Four 的这个研发啊，就投、是、CSIRO，好。那 Peter 呢，他是呃，我第一次接触他的名字的话是在两千零五年，好，那时候我还有写信跟他讨论一些问题，哈。他 Peter 是在这个研究中心，哈，就是这个 CSIRO 这个研究中心呢，他是资深的这个研究员，啊，那他专门去看这个 Linux 啊，看一些 Linux 的一些呃。 从效能啊，scalability 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啊、哦，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简，它的这个简报就写什么，讲 Linux 啊的历史、历史的发展啊，那讲的 Lucky 啊，讲这些 scalability 有有关的问题哈 <coughs>，这是这是这个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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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报啊，是非常。 品质非常好，好，那所以就要跟你讲那个历史故事，好，那我刚刚就稍微跟大家讲过了，好，那特别讲一下 John Lyons，哈，那 John Lyons 呢曾经在西南卫视大学任教，哈，也是 John Lyons 把这个 Unix 的原始城市码做注解，哈，所以你们可能会听过一个叫 Lyons Book，好，Lyons Book 是什么？就是对对那个 Unix 的城市码，哈，去做那个呃程式码的介绍，所以就是。 写注解啊，那这这个这个是一个把那个 UNIS 的这个技术带到这个更广的，就是刺激了整个 UN 西南卫斯大学的这个这个发展啊。那后来这个 John Lines 过世之后呢，这个西南卫斯大学啊，成立一个 John Lines 的讲座啊。那 Tina 本就你就知道嘛，啊，这是 m i n i s 那个 Tina 本啊，跟 UNIS 就交手过。所以注意到，好，我们今天讲 i n u s 啊。 Linux，图瓦兹在发展 Linux 之前，它已经有很多前辈啊，而且呢，在 Linux 图瓦兹发展 Linux kernel 之前，不只有这些前辈，而且这些前辈的成果，其实都可以这样，都可以透过网络或者透过很多途径可以取得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就是呃时代，时代造英雄，英雄造时代，对吧？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就是能量累积够了，然后就把这个东西这样就爆发出来啊。那 Linux 图瓦兹开发 Linux kernel。 也有很多很有趣的点哈，那最关键的地方是对 kernel 像这个 Internet 啦、啊，或很多因素崛起哈。好，那一开始他从点题呢，点三个题啊，点三个方向啊，一个是 Process Model，我们刚才讲过了，Process 本身是一个什么 Processor 的一个 Abstraction 啊。然后呢，再讲这个 File System 啊，他讲的 File System 不只是讲这个什么呃 inode 啦哈，讲这些 Metadata 啦，好还讲说呃我怎么去把这些。 Everything is a f i r e 这样 u n i s 的设计程序怎么贯彻啊？怎么去设计一个一个一致的界面啊？像 VFS 这样一个一致界面，然后也就是说我们我们要考虑到 caching 啊，所以因为你放在 disk 是很慢的东西，但是你又不能全部都放在 read，放在全部放在 read 呢，资料不够，这个资料量不够大，啊。所以势必要有一种 caching 机制。那这 caching 机制要兼顾效率，要考虑到正确性，还要考虑到什么？要让。<coughs> 多个不同的处理器可以可以运作啊，那所以所以它需要一个很复杂的 model 啊，然后特别注意到，f i 分 e 层上也有很多数学啊，所以所以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这个 Linux 只是干嘛，只是一群那个长得很长得很奇怪的那个宅男哈，长得很奇怪的宅男是讲我啊对不对？但是多多数的开发者，你看其实长得很多，长得还都蛮多很帅的、啊，那为什么人家又高又帅又有钱，然后？ 扣点又强，对不对？好，不知道为什么。好，那那那，然后再来是什么呢？再来是这个 IPC 好，Inter p r e s s Communication 哈。那注意到了 Linux kernel 从其他作业系统学到很多宝贵的经验好，所以对于这个 IPC 好，其实有非常多不同的 IPC 机制好，我们要了解说，很多时候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会学，哎，什么东西是最快的啦、啊？什么是最慢的、啊？比方说你学 Bubble Sort s、啊、哦，啊就说啊 Bubble Sort 很慢很废，不要学。 啊，然后 quick s o w 很快很、很酷、很炫，我们要学 quick s o w 但你们想过一件事？如果 bubble s o w 这么不堪，那为什么就数做那个教科书还要教你教你这个 bubble s o w t 那如果 quick s o w 如果这么好，那我我们学 quick s o w 就好了啊。你要知道 quick s o w 的限制啊，quick s o w t 是 unstable s o w 而且 quick s o w 在在什么？在 worst case 是很不好的。好，那反过来说 bubble s o w 呢？在它的那个 base case。 可以表现很好。什么叫 base case？就是几乎快排好了，只要换一个，好，比方说，我几乎快跑，就像你那个那个魔术方块一样，都只要再转一下就完成了。好，这个时候最是什么？把不送啊，你说什么时候遇到这种事？啊、哦，对不起，常常在作业系统，很常说遇到这种几乎快排完了，只要再转个几下就可以排完。啊，那很多时候不存在那种超级乱的。啊，以作业系统来讲，我我们会会需要排序，比方排什么？ 呃，CPU 的使用率啦、啊，好去排说，哎、欸，某某某某使用者他占用最多资源啊，或者 process 所占用的时间，好，很可能那个顺序早就决定了。我知道稍微呢，前后几个并排就好，好，所以很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呃，像 insertion s a r t 你就觉得很废，对不对？这以演算法来,來时间复杂度来讲，你会觉得这东西很废。好，但是注意到哈，在 n 子克隆你可以找到好几个地方用到 insertion s a r t 那反而在 Linux 链 n e 隆呢，几乎看不到 c r s p r t quick sort 很少用的非常非常少。 因为它很多限制，除了 unstable，除了不是 unstable，不是本身 unstable，是它的结果会 unstable 好，那另外一个什么？那另外一个是它的 worst case 好，那所以 IPC 有类似的状况，就是说，其实 Linux 内核有很多 IPC 的机制好，那除了这以外的话呢，注意到这个啊，这边就讲什么？就是说 Linux 呢也继承了这些丰富的资产啊，像刚才讲过那个一九七年代啊，一九七年代、一九八零啊、一九一九七。 一九七零代末期，一九八零代啊，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不止是 virtual memory，是 page base 啊，virtual memory 啊。然后呢，一九八零代呢，c 起 pip，好，就是、这这 BSD 获得巨大的的成功啊。那这些成功也被后来的 Linux 所沿用啊。然后再是这个 multi processing 啊。所以，像我们刚刚讲过的，在一九六六三年，不是有那个 fork join 对吧？还记讲讲那个什么？讲那个讲那个多处理器的的的排程啊，多处理器的这个。 的城市设计模型哈，但是真正有效率的多处理器啊，多多处理器的这个机制呢，其实在什么时候？在一九八零代才才被发展出来。好，那注意注意到，我们今天讲克隆呢，是知道它本身就是一个什么 operation 啊？然后呢，你要知道那个从第一个 user space 的城市是 init 开始啊，然后呢，注意到中间会有一个什么 copy and write 啊？那么我们在刚才这个里面这个讲座啊，讲座呢讲到什么？讲到这个。 呃、uh, f o r k 好，那其实讲这个 f o r k 跟 exit，好，这个前世今生的啊，这边这边你可以去参考一下。那其实有有探讨到这部分。好，那接着我们再继续看，<coughs> 那 f o r k 跟 esec，哈，这两个很有趣的，就是所以我们才会有专门一篇文章，哈，去探讨它的前前世今生，好，然后呢，直接记结论，好，就是 Linus k n e l 好，不只有 f o r k 跟跟 exit，好，那后来还发展一个特别东西，叫什么？叫做 Clone，好，那这 Clone 呢存在，它太特别了哈，请交叉看之前的一些材料。那这边再讲的话就是什么？讲到讲到说，这时候就讲到从 Process Model，好看到，所以这边还是 Process Model，好，所以在讲是 Edge Space 啊。好，那接着就讲东西是什么？Process Model 里面还有包含说 File Descriptor 啊，然后这时候就涉及到 Open File 跟。 共享资源有关啊，所以你会开始看到像那个 duplicate，像这个 dup 啊，然后呢还会可能涉及到什么 open open file table 啊，那所以后面都在讲什么？讲这个资源共用的问题啊。那在这个讲簡,简报其实讲的非常细哈，就是、说像这种啊，就是呃，除了做这种对应以外呢，我这个资源怎么去分享啊？fork 的有什么问题啊？好，这样这边有去探讨啊。好，那接着就是讲这个 file model 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 I n o t e 好，这种 information note 这样的一个 meta data 去描述资料啊，描述资料的资料。然后，然后呢，除，然后再是里面很有趣，就是 Unix 很多很经典的一些设计呢，一直延续到后来啊。好，那接着什么？接着讲这个像是排程啊，所以排程注意到它就是一个什么对资源的一个描述啊。所以比方说我想要做的任务跟我真正握有的运算资源、储储存资源，好，那我们就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对应。那 再是这样的一个对应呢，其实跟什么，跟我的这个总量有关，就是我想要执行的任务总量有关，好，所以发展一个有效的一个排程演算法，好是很重要的哈。所以这边也会有一个叫 O 1 n e schedule，好，就 O 1 n e 讲的是什么呢？不是什么东西都 O 1 n e 啊，不是什么音色是 O 1 n e l e t e 是 O 1 n e 不是啊，它是选出下一个任务本身是什么 O 1 n e 好，当你要重新安插任务，它不是 O 1 n e 啊，注意到哈。好。 那是选出下一个任务，为什么 O 1 n e 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你要想看，我选出来的任务可能有什么，可能不是只是几百个，可能是上千或者上万个。好，那这时候对效能就影响就大。好，然后后来呢，这个 O 1 n e schedule 呢就正式退休，好，被一个取代。二点六点二三的时候呢，有个新的排程器叫什么叫？叫做 CFS。做 FS, 好，那在你所呃不是在零核心设计讲座呢，我们也有有有专门来探讨这个啊，讲排程器好的运作。 我们讲这个 CFS 啊，然后然后这个注意到我们讲 CFS 的时候呢，还讲了什么？讲了这个 Thread 啊，那 Pass 跟 Thread、啊、之间的这些关联啊。好，那接着他后来就讲到什么机体管理？好，那这个这我们稍微也提过了好然後啊。那 e s p a c e 啊 VNA 好，对不对然后像这些 TLB 啊 f l a s h 啊 f l a s h 啊，讲这个 Page b o u l t 啊，那这些都對,对效能影响大啊。然后 底外去的话是在，如果你看那些 on 的架构了哈、哦呃，一些 e m b e d d i d 呢，其实很重要。<coughs> 好，那这边就截截到一个东西，很有趣，叫 container、哦、好，这个 container 这东西很有很有趣哈、哦，就是。 我们知道就是说啊、呃，呃那个 abstraction 前面讲过，像那个 process 跟 processor 这样的一个什么关系，就是一个 abstraction 哈。那所以你可以说 process 是什么，processor 是 abstraction 好那所以整体的一个说法，我们可以这么说，而且它是一种虚拟化哈，所以，我我不会说是虚拟虚拟机器，我们说就是虚拟化，就是这种整个这件事就是一种虚虚拟化啊。然后呢，在这个另一 u x 来讲话呢啊。好 其实很早之前就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啊，什么机制呢？这很早之前有一个东西叫做呃 Linux R K 啊，叫做 R K Resource k e r e 好，在这这个是 C M U 的发展哈，这个、东西呢大概我已经忘记它什么时候出现的哈。我第一次接触到 Linux R K 是两千零四年哈，应该应该是更更早之前的东西啊。那所以这个东西要解决一个很有趣问题，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哈？有没有可能说我们让一个很 对时间很敏感的东西哈、哦，比方说，我需要对什么？对那排程啊、排程器啊，或者对那个资源的运运运用啊、哦，特别的关键啊、哦。等我，所以我们称为叫 RT extension，real time extension、哦。好，就是你讲到说，我讲到一个王国里面啊、哦，就像一个一个国家里面。 有一个很特别的单位啊，你就想如果一个像什么东厂啊这样这样的单位哈，它也特立独行，但它还是需要国家给供应它什么那些必要的资源嘛啊，东厂可以独凌驾于很多单位啊，但是它还是需要国家给它一些必要资源啊，所以这这个哎，time as extension 也是一样啊，就说、是、我做一些任务呢，它这些排程，比如说它的那个。 p r e e m p t i v e scheduling、啊、好，或者我去做那些任务呢，它可以不理会 Linux kernel schedule 啊，但是它本质上还是跟 Linux kernel 共享啊，所以呢，这个东西我们称为叫什么？叫 resource kernel 啊。那个在早期的这个 Linux kernel 发展很重要啊，尤其要让 Linux 达到这个 real time 啊，这是很重要的机制。那后来、那個、这个随着这个 Linux kernel 的这个 kernel preemption 强化啊，那这样的东西呢，基本上就是不需要了啊，所以所以你可以忘记它。但是这样的一个机制呢，其实后来啊。 被重新做过很多次啊、哦，因为它其实相当于是在 Linux kernel 里面切割一个什么一个执行环境里面啊、哦，因为早期 Linux kernel 做不到 kernel preemption，但没关系，我就创造一个独立环境，就像东厂一样可以独立做的，所以它里面的这个排程可以做到什么？可以做到 preemptive scheduling 啊、哦，而且它的这个对中断的处理可以回的很快，因为它这个独立的小环境啊、哦，但是呢，它又不是完完全独立，因为它还是需要。 n i s 还是可以存取到一部分的 n i 的资源，但 n s 存取不到这个刚刚你讲 r e a l t i m e extension 好，那这样的概念呢，后来被扩充好，这个后来就有一个东西叫 namespace 好，那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刚才不是有跟大家介绍那个介绍到这个我为了教学的便利啊，我我们发展一个东西叫 n stack 好，那 n stack 这个已经有趣啊，它也是用到什么？也是用到用到了。 namespace 好，所以比方说呢，我们这边来讲的话，这里好像这个 net ns 好，这个 net ns 就是什么呢？就是 namespace 好，所以比方说呢，它就是一个网络的虚拟化好，所以你看哦，这个你看一下这个 scoop 好，这个 scoop 在做什么事情呢？就是说它一开始在建一个 domain socket 好，你反正就是让两个 process 之间可以通讯的一个方式，叫做呃有兴趣可以查一下这个、domain socket 好，那。 就这个好 d o m e s k i 那 d o m e s k i 的就是一个低成本啊，然后一个相对好好出容易出一点，它不见得是最快，但是一个相对容易的，好，然后你看到我，我们看做什么事情？我先去要求跟克人说，要求我的 capability 啊，注意到这个 CAP 表示什么？capability 啊，capa，bility，然后就出现七 capability 七面七，好，那这边有一个手册，好，请你自己去查。 Linux capability 来讲个 Linux 有不同的一 capability 啊。注意到 Linux capability 这个模式很有趣，这个模式跟谁学的呢跟？跟 Michael Kernel 对没有？刚才还记得吧？我们刚才不是讲过有两个主要分类啊，Monolithic Kernel 跟 Micro Kernel。然后结果 capability 呢，它的最早出现那个词呢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是在 Micro Kernel。好，所以你说这个，对，你看这个啊，Lin 呃 Michael Kernel and and capability。好，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呢，很早是在。 呃 m i c r o c e r n e l 在在什么时候就出现了？在一九八零代就有啊、哦。但是 Linux c e r n e l 把它学过来的啊、哦，所以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就是在这个控管好、哦，所以我们的我们资源的控管就可以这样做的很精巧。就是说，哎、欸，我可以一个 pass 可以跟 c e r n e l 说，哎、欸，我要某个能力，我只要某个能力，我不要去存取很一大堆 function，我就是刚好有特定能力啊、哦，而且呢，我刚好在特定的时时间点、特定的事件才能触发。 让这样的功能、这样的能力被运用啊！我不会时刻变成一个超人啊，因为如时候你成为一个超人是很危险的存在，因为超人会犯错，超人会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对吧？好，好，那你看到、哦，所以我一开始先要求一些 capability，好，所以比方说网络的管理能力啦，好还有说网络的 bind，好，那所以接下来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透过这个 namespace 去做什么事情呢？去接着呢，做的事情就就很有。 很有趣味的哈，所以我就可以创造一个什么，我就还記得我刚刚不是有设定一个 namespace 哈，我就创造一个 test 啊，那时候我就这边创造一个虚拟网络出来好，所以你看到我这边创造一个什么 virtual 的 ethernet 出来啊，那 virtual ethernet 呢，我干嘛？还去给他一个，就是因为我们我们目标是要执行我们自己的什么提起 pip s t a k k 好，所以我先跟 Linus c e n、no、说，好，你把网络切开。 好，就是你现在你已经连上网络了，不管你是透过无线网络啦，透过以太网络啦，或者透过什么其他网络，反正你不管连接起来，我不管，我就切一个网络出来。好，所以你看啊、喔，我先要求一个 namespace 好，那我就有一个东西叫什么 ETH zero ETH one 好，接下来什么呢？接下来就是把我们的这个 n s t a k 好，想一下我们 n s t a k 干嘛？我们 n s t a k 是一个 TCP/IP 的 s t a k 好，所以你看我们把这个虚拟的网络装置建起来之后呢？ 好，我就提供 TCP，我就提供 ICMP，我就提供那些 handshaking 啊。所以，比方说你像你这就要去存取不同的 IP 地址啦，啊，好或者说你要去看这个它上面的 friend 啊，好，或者说你上面甚至可以用一些呃像 pin 这样的工具所以，namespace 给你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便利啊。那我们可以。 从这個过程中可以去回想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啊？它不只是像这些虚拟机器啦，好，或者像我刚才讲的，我们有 N stack 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可以做很多实验啊。然后呢，这个东西呢，再搭配什么？再搭配像那个 Docker 啊，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哈。所以，比方说，如果你的电脑环境里面有运用到 Docker，你就会发现什么？你的电脑里面就有一大堆什么，一大堆 interface 啊。比方说，举个例子，举个例子是什么呢？这个举一个例子。 那个好，好像这边来讲话呢，你可以看到说，我就有一大堆虚拟的网络卡，注意贴去。好，你看到，哇、哦，好多、啊，对不对？好，这边，这边，这边有一大堆虚拟的网络装置。好，而且很酷的地方是什么？很酷的地方是，他们其实都有，有有设定的啊、哦。贴去，哎，好，所以你看啊，这边有一大堆网网络装置，而且它有什么？它其实它是。 它是有 make d r e s s 的啊，然后呢，在什么呢？d u c k 本身也有啊，建立这个啊，所以你看到我们实际上呢，真正的网络装置其实是下面这个啊，是真正的网络装置。但是啊，但是有趣的地方是什么？有趣的地方就在于说，我们可以透过啊 namespace 可以切割出来这种啊，这样的一个隔离啊。那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对于这个像 d o c k 啦，对于这个。 虚拟机器啊，这、那个帮助是很大的啊。然后，然后，然后呢，再是在这个除了做到这以外的话，其实我们还需要额外的机制啊，像这个呃机体啊跟 CPU 的 isolation 啊。那特别是搭配像 kernel-based v i t u machine 所以我们在之后讲那个 Linux 核心设计的讲 KV 的时候我们再，我会在再细讲啊，就从 instruction 达到虚拟化，好 memory 达到虚拟化，然后 <coughs> 那个那些周边啊，那些中断处理啦，那些。 中断处理控制器啦，好，那些达到达到这个虚拟化好 <coughs>，好，那所以你可以看到看到这样的东西很多很多很多什么，像这个 Control Group 好也变得可行了，<coughs> 好 <coughs>，然后这个就底下刚才讲那个 Scalability 好，那注意到这份简报花很大力去跟你解释什么 Scalability 好，那非常的精彩哈，然后就讲这个你可以对照。 那个之前我的那个讲座看一些啊，就是看这先看这份简报，然后再看我我之前列出一些材料啊。那过程中呢，很大比例就是因为 luck 啊，然后呢注意到你上面画面可以看到一个东西叫什么 luck free 啊 luck free 不是说完全没 luck 啊，不不完全不是不是完全没 luck 而是 luck 跟 luck 之间不会冲突啊。事实上 luck free 的演算法里面还是会有 luck，只是这个 luck 跟另外一个 luck 不会什么相互竞争啊，不会让你陷入。 要当棋子也好，还是当塞子这样的一个抉择啊，就是棋子就是棋子，塞子就是塞子啊。棋子跟塞子可能会有交错，但是它不会彼此造成一个抉择上的两难啊。好，那总之呢，就是刚刚讲的，像这个 RCU 啦，跟哥斯哥的 Luck 啊，那解释这些之前要花很多时间搞懂哥斯哥的 Luck 啊，这个交叉对照。然后这 RCU 很难懂啊，所以。 呃，如果你听我的解释听不懂的话，没关系啊，你可以在在 YouTube 上面打找 Linux RCU 哈，那你可以慢慢听，然因为呃 Linux Foundation 这几年办的研讨会都把那些演讲把它公布出来哈，这件事蛮好的，因为就是既说呃你不用去参加 Linux 基金所办的研讨会，但你还是可以听到第一线的开发者啊，第一手的材料啊，好，那你慢慢那就是可以去做这个观察哈，如果说你觉得有听到关于 RCU 很好的教材好有。 也欢迎分享啊！那当然，现在最好的教材应该还是那个嗯 McKenny 啊。M、aney, 那 McKenny 是 RCU 的这个发明者啊。呃，应该是 Linux RCU 发明者。注意到，在、呃、嗯 McKenny 之前，其实就有 RCU 的概念啊。但是呃 McKenny 在他的博士论文啊，然后把 RCU 整个阐述过，然后在 Linux 上去他他做这件事做了二十年啊，就是做的这个。 啊西 U 的发展哈，然后用在 Linux 上是大概这十几年的事情哈。好，然后所以整体的来讲话就是希望哈，可以把这个 Luck 的依赖好降低好，然后所以可以看到说，总结来说，你可以看到说这个 Linux kernel 的发展哈，就是我们从从刚才接从那个什么，从一开始从这个。 一些术语的层面出发，好，然后让你知道说，哎，Linux 可能在意哪些议题，哈，然后到帮到帮刚好那个 U 那个西南卫斯大学，然在意的这些，呃，很整整个 s k y b l i t y 啊、l o c k 的这个机制，哈，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呃，你需要对这些词汇，啊，对这些概念有基本掌握度，啊，那然,然后呢，你再从一些先把这个广度要有，啊，再去再去探索这个核心的这个运作，好，大概跟大家探讨到这里。